谢谢大家。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德云社的演出现场。首先请您欣赏相声《五宏图》，表演者张九南、高九成。哎，谢谢，谢谢，嗯，哎，好嘞，谢谢啊。听见什么了呀？喊什么的都有啊，有喊张九南的，有喊疯狗的啊，还有喊十队队长的啊。谁喊队长的？哎，你听听啊，没有就没有吧。还有喊张建宇的啊啊，本名喊什么都可以，嗯，但是不要喊张建宇。为什么呀？因为在德云社演艺天就需要叫德云社的名字。哦，张九南是我师父给我起的艺名，嗯，排行九字科，我叫张九南，嗯，不要喊张建宇。嗯，张建宇什么时候我要是说退出了，不干了，哟，这大伙把你轰走了。哎，什么时候我要是不干了，大伙可以叫我张建宇，但是呢，我肯定是不会被判师门的。哦，我只会被逐出师门。哎，谢谢各位啊，来到上海演出非常开心。哎，高兴。今天是我师父郭老师，还有我们的师大爷于谦于老师，相声专场。对，我们头一个给您演出，也是非常开心。昨天呢，就是从北京来到了上海，啊，我跟师父呢，我们一块坐飞机来的。一块？他不是。我呢？他不是坐飞机来的。我坐火车呀。他是骑着鹰来的。我骑着鹰来的。哎，骑着一只老鹰飞过来的。多大鹰能进得动我呀？他这个啊，他们家这是有传承的啊，养鹰啊。那倒是，他父亲就养这鹰。对，哎，这个鹰从小跟他一起长起来的。我那岁数不小了，小时候我们一块在这个德云曲艺班啊，学习相声。班里有男生有女生啊，我们都不招女孩喜欢啊，不受人待见，唯独他招这个同班女同学喜欢。咱人缘好啊，小时候长得好看，家里又有钱，最主要的是他比别的同学啊要酷一些。怎么个酷法啊？他上学骑着鹰上学啊，这看着新鲜。对啊，我们都走路上学呀，对吧？什么时候听见脑袋上一嗓子嗷一下，什么动静啊？就是骑着鹰他啪飞过去了。哦，所以班里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他也跟当中一个女孩两个人呢谈恋爱了。我多大就谈恋爱了？那个时候上学呀，属于早恋啊，老师不同意，家长也反对。对呀。那怎么办呀？两个人偷偷摸摸的谈恋爱。偷着？哎，私下约会。一般都在哪儿啊？什么地方？等这个周六日不上学的时候，去这个女孩家里头啊。他父亲母亲啊周六日加班，两个人呢就在女孩家里头聊会儿天什么的，也不干别的，写写作业。有一天就是那个女孩啊周六约高九成上他们家去啊。哎，这女孩正在家写作业呢，家里住19层。哦，他们家住的高。哎，就听见有人敲玻璃，噔噔噔，19层有人敲玻璃。女孩扭头一看，高九成骑着那鹰在窗户外头。开门呀。我这鹰还能在那停着？哎，直升鹰。直接升上去了。女孩说赶紧开门让进来吧，开窗户吧。窗户一打开，高九成跳进来了。跳进来回身还跟这鹰说句话。哦，你啊在这儿等我，别动，一会儿要有点事我突然跳出去咱就走。哦，哎，俩人进门聊天呗。啊，聊了会儿啊，突然就听见怎么了？敲门声。门响了，肯定他爸回来了呀。家里回来人了，没准提前下班了，或者忘带什么东西了。对，赶紧起来吧，这发现就麻烦了，不能被发现呀。就是两个人赶紧起来，把衣服都穿好了。你先等会儿。怎么了？我们不写作业聊天的吗？啊，怎么还衣服还？冬天呀，你在外边你坐着鹰你不冷吗？外套。对，进门脱个外套。哦，脱个棉裤有正常不正常？那不至于脱棉裤，穿着棉袄。棉袄脱了行，对吧？高九成毫不犹豫。怎么样？一开窗户噌就窜出去了。哎，我有了鹰啊。女孩一看他走了，那我开门去吧。发现不了吧？女孩也把衣服整理整理。
一开门，哦，发现门口不是女孩她爸，谁呀？那只鹰站在门口。哎，啊，那鹰还说话呢。说什么呀？你跟高九成说一声，嗯，外边下雨了，我在楼道等他。哎嗨，我睡下去了。哎，所以昨天也是坐着鹰过来的。我还敢骑呢。啊，哎，比我们都好一些。嗯，上台应该做一个自我介绍。应该说说呀，这么多观众难免有认识我们哥俩的，也有不认识我们俩的。对，因为今天都是为看我师傅来的嘛。没错。先说我吧。嗯啊，有的观众熟悉，我叫张九南。谢谢各位的掌声啊。哇，哎，你听听这掌声跟外边那雨点似的稀稀拉拉的。介绍完我没有掌声这是正常的，是吧？因为我没有什么名气。哦，对不对？今天为的也是看咱们师傅来的。对对对，别人都没有什么掌声，不鼓掌就不鼓掌呗，很正常。哎，介绍完我了，没有什么掌声无所谓啊。还说然后接下来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剧场。对，你呀，静安体育馆。哎，你听听，介绍剧场的掌声这么大，一个体育馆比我的掌声都热烈，谢谢各位啊。再说了，你怎么了？你介绍剧场，那剧场用你介绍，谁看不见呢？那介绍什么呀？介绍点大伙儿不认识的，比如说，介绍一下台上这些花篮啊。花篮也不用说，说什么？这不俩人，该说我了。你介绍你？对呀，你有什么可说的？什么？你最起码名字你得让大伙儿知道啊。介绍完我一逗哏演员，都没有什么名气，对，没有什么掌声。堂堂的十队队长也落得如此境地，哪来的十？哦，会喊呀？哎，我以为这边都不会喊呢啊！介绍完我，都是那么小小的掌声。听见了。再介绍完这一个。捧哏演员啊，我怕这个，我怕比较尴尬。你说一会儿介绍完了，好不容易观众进场了，哦，介绍完他的名字，一会儿头一排观众啪走了，这是台子，咔塌了，灯啪灭了，花篮啪掉了，后台演员咔死了，师傅没事儿。那他这求生欲还真强，怎么办？介绍完你今天后边没法演了，怎么办？不至于的，我没有那么大杀伤力。不要介绍了。你的什么意思吧？怕我尴尬。对呀，啊，那你试试。哎，试试啊，试试。那好，介绍一下啊。哎，让我们一起来迎接今天上海静安体育馆最尴尬的那几秒钟啊。哦，他叫高九成啊。谢谢。那么齐好不好啊？哎呀，你听，哦，感觉还，哎呦，真尴尬。哎，你们，哎呀，哎呀，没有想到啊，现在上海的观众这么喜欢一个臭捧哏的，哎，什么叫臭捧哏？你们就是为看他来的，对吗？那倒不是，就是喜欢这样的，对吗？啊，好好好啊，感谢啊，感谢，拜拜拜拜，你回来，哎，你看，不是你，你以为这是小，你以为这是德云社小剧场呢？你喊着退票俩字威胁我。你喊退票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上台前主办方把钱都打给我了。啊，你的哪？你喊完退票跟我没关系，你去找主办方去，对不对？我不演了，你们不是喜欢这样的吗？凭什么不演呢？这么多人都来看来了。我的自由，我想演就演，我不想演就不演。现在开始我叫张建宇。哟，你这意思，你要退出啊？不是，我和啊，单口啊，喊什么呀？哎呀呀！就你嗓门大，这叫话筒，知道吗？我给你喊到十点，你都喊不过我。你再喊一个，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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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疯狗这劲儿又来了。你不是我没有必要演了，都不喜欢我吗？不是不喜欢你，但是你这挣钱了，拿人钱了，你得演呢。我不演了。那现在啊，刚才你们玩命给他鼓掌的时候，你们想没想过我的感受？你有什么感受啊？
没抢过就没抢过吧。哪大哥，起开点，我接着往你走。哎，现在啊，全场五六千人，哪怕有一个站起来啊，举着手跟我说：“九南，你不要走，我喜欢你。”谢谢头一排那姑娘，谢谢头一排那姑娘，她大喊的：“九南，你不要走，我爱你，谢谢你，你挽救了一个濒临脆弱的灵魂。”你能再喊一句吗？谢谢你，但是你长得太丑了，不用你了。你说他多欠吗？谢谢你啊，就这样吧。你们不是就乐意看捧哏的吗？我走了。不是乐意看捧哏的，不是你老说要走，这打现在开，你看看跟你摆手呢。哇塞，你们排练过了是吧？你们就这么挤兑我，万一啊，你们就万一有一天我要是想不开，我要哎，想不开你干嘛？那快点吧。好，我就问一句，全场五六千人加上这个一块挤兑我是不是？啊，好，那你听清楚了啊。我就说最后一句话。你要怎么了？我就说最后一句话。想干嘛？别给我喊了，我跟你说，我在上海，我也是有过命案的。哟，是啊，我差点被上海人打死。哎呀，嗨，那露脸吗？我就说最后一句话。遗言。你说吧，你有权利说。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就走了。是是是，你祝你走得安详。不是这么挤兑我吗？什么意思？听清楚了。干嘛？打现在开始。怎么着？我啊，罢演。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再说一遍，听清楚了 啊！我罢演。就你那意思是我演。我没想到啊，你咱俩这么多年关系，你是这么认为？我拿我当那个了？当哪个？你爸演让我演，你不演了。我有爸好吗？他们演啊？什么？我没有想到，在6月24这一天，我远在北京的父亲突然间多了好几千个兄弟。别答应了啊！我你们这样答应，你说我爸要看见视频得多难受啊！我很高兴。别答应了，我再说一遍。你爸难受，你妈高兴啊！但是又要动手。别答应了，我再说一遍，我有爸。等会儿先暂停一下。北京的方向是哪边？我问一下。那边北京。爸，对不起你，爸。没事儿。我怕这里的信号不好，他接收不着，我替他发射一下。你看看，你看我，你是不是要走？你别占我便宜，知道吗？我不占你便宜。我有爸，我爸比你爸好。什么话这叫？能不能说我爸比你爸好？我哥比你哥好，我哥比你哥好，我姐比你姐好，我姐比你姐好，我妈比你妈好，我妈，对对，我听你爸说了，你爸跟我爸一块说的。我走了，不演了。你不是喜欢看他演吗？换别的演员给你们演。真不演了。说走就走了哈，没关系。您各位今天看的主角是谁呀？是不是他演不演无所谓，没关系，后边有的是优秀的演员，换下一个肯定比他强。换下一个演员，下一个还是我。要脸不要？介绍名字嘛，希望大伙认识我们。跟大伙有一个互动。张九南还有高九成，都是从小一起学相声，一起说相声，都在一块儿嘛。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啊，说学逗唱。对，以说为主，以学当先，没错，逗在其中，唱是辅助。您拿我来说吧，不光研究相声，还研究别的跟相声有关的东西呢，我也都喜欢。比如说，你拿我来说吧，从小啊，在德云社上学的时候，不光学习这四门功课，还有什么呀？您像什么语文呀、数学、历史、地理，我们都需要研究。正常文化课也上，也都需要学习。
对不对？那就我比较喜欢什么呀？就研究物理化学这一类别的东西。喜欢这个？哎，这一点来说啊，我们家是家传。你那意思就是你们家上辈有干这个的？我父亲就是一个科学家。你是吗？哦，是是是是是是。我父亲是一个木工。谁喊的？我不是。到底是什么呀？我父亲就是一个科学家。研究科学？研究生物学。生物的多了什么呀？哎，具体点 研究什么？研究蚊子。哪个？就夏天出来这个？哎，那有什么可研究的？有什么可研究的？你说蚊子这东西烦人不烦人？太烦人了。他讨厌不讨厌？讨厌啊。就是夏天出来叮人。叮人？对，身上咬一包，又痒。对，有时候还可能传播那些传染病。是是是，疟疾什么的啊，对吧？哎，经过我，但我问你啊，这个蚊子是什么时候出来？蚊子不就这个季节夏天吗？夏天出来，哎，对吧？对，夏天出来干什么？就是咬人，就叮人。经过我父亲的研究就不是了。哦，改变它。哦，不让它夏天出来。通过我父亲的研究，这个蚊子冬天也可以出来咬人了。就研究这个？这个研究成果一发布啊，我父亲当天下午就被公安机关击毙了。哎，你太缺德了，你这个。但是我不是啊，我继承了我父亲的遗志。你这作死啊，你这是作死干什么呀？怎么那他研究那玩意儿都没用？继续研究科学。你研究什么呀？我研究了一门 叫做万能科学。什么叫万能科学？什么叫万能科学啊？讲一讲，说说。经过我的研究，这个世界上啊，所有东西都离不开七个字。哪七个字啊？阴阳金木水火土。这是科学吗？对呀、啊。这什么科学呀？就是科学呀、啊。这不像面算卦的吗？哎呀，你看他认为是像面算卦、啊、其实不是。经过我的研究，这七个字可以包罗万象。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离不开这七个字。怎么意思？不太明白。就用这七个字可以拆解所有东西。那我理解一下啊。啊，就比如说，就是我要是找一样东西，都能找出这七个字来。可以啊，我现场找。找吧。那得了，这么着啊，就这桌子，你找找有那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吗？很简单。嗯，你看啊，这桌子面就是阳。啊，怎么桌子面是？你看阳光灯光能照到吧？能啊。大伙管它叫什么面？阳面，对吧？桌子面就是阳。哦，这就属于阳。哎，阴呢？桌子里儿那面就是阴。阳光灯光照不到。灯光不是。你这时候纠正我，我是一个北京人啊。北京人？我北京人，我说话爱讲那个儿化音啊，对不对？你吃了吗？没吃滚儿，对吧？哪个北京人跟你这么聊天似的？我们家人就这么说话啊。我们北京人唱歌时候都带儿化音啊。丑八怪一样一样二，能否别把灯打开？那好听吗？你是我的儿。谁这么唱？我们家就这么唱。你好好说，这不能走小辙啊。说什么来着？阴面。桌子里就是阴，阳光灯光照射不到。管里边那面叫什么面？阴面吗？哎，里你聪明，聪明 啊，聪明。里边那面就是阴面。哦，就这么分阴阳？对，能照着跟照不着。对对。那个金木水火土也有是不是？很简单啊，找金。金啊，桌子的金。桌子原来是什么？桌子原来是木头。木头，木头怎么变成桌子？木工做的。木工做，木工用什么做？就用那个工具呗。工具啊，工具是什么材料的？工具呢多了，都有什么？奔刀斧锯呢，基本反正铁的吧。铁的，对吧？铁字怎么写？铁的不会写，一个金字边儿、哎，一个有金了。不是，我说金字边儿啊。金字边儿就是它的金呀。怎么金字边儿就是桌子？废话，那奔凿斧锯是铁的吧？啊，是金属吧？对，因为有金属才能做成铁器，因为有铁器你才能做成桌子。没有这些铁器，没有金属，你拿什么做桌子呀？你拿什么锯它？你拿手锯它呀？你拿牙抱它呀？对不对？我也不是耗子，我所以你得有铁器，有金属才能做成这个桌子。所以说，金字边就是桌子金。对，
行，算你金找着了。哎，捉的木什么木啊？脑子里啊，这脑子里不是脑浆。什么呀？都反正不是脑浆。这脑子里这很简单的东西啊。怎么了？桌子是什么材料的？桌子木头的。木头，对呀、啊。哦，对对，木就木。对呀、啊，桌子的木啊，那就是木头啊。水。水啊，很简单。嗯，桌子原来是什么？桌子木头。木头原来是什么？树。树原来是什么？在那就树苗。树苗，哎，对吧？树苗怎么长成大树？怎么那个施肥呀、啊，浇水呀、啊？有水了吧？浇水也算。你不施肥不浇水，这树长得起来吗？你拿小树苗能做成桌子吗？那做不了。哎，还得是浇成大树才能做成桌子。所以得有水。明白了吧？火。火啊，有，但是讲的时间长一些。哦，你能等吗？我能等啊。好啊，给你讲啊。哎，在这个，我想想啊，在这个1993年7月20日，是我出生那天啊。1993年7月20日，不是还你出生那天？对啊。发生什么事了？我出生那天啊，之前有这么一族人啊，叫做山顶洞人。这族人啊，发明了什么？你等会儿吧，你怎么了？你出生之前是山顶洞人，那怎么着？那叫我出生之后啊。啊，那他是比你早，对吧？啊，山顶洞人发明了什么？什么？著名的那个叫钻木取火。哎，有火了。树能生火，树老自焚。第一个火种就是人工啊，这个树枝钻树干。对对对，有这么一说，对吧？嗯，这是火。火。哎，哦，这么钻出来的。嗯，土。那脑子，这脑子里一点脑浆子都没有。笨死了就，没脑浆子。这桌子原来是什么？桌子不告诉你，木头吗？木头，木头原来是什么？树啊。树在哪儿长着？地上。地是什么地？土地。有土了吧？哦，这就是它的金木水火土。就还真找着了。那是，我跟你说，我这个研究成果是一定是可以向世界宣布的。那你说桌子能找，别的能找吗？随便找什么都行。别的也行啊。随便。那比如说我找吃的，吃的可以。吃的随便吃。哎，我上台之前啊，吃了一个苹果。你说这苹果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有啊。先问问你，你吃这个苹果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颜色？那不就一面青的，一面红的吗？一面青的，一面红的。红的这面就是阳。哎哎，不对。怎么了？刚才你说的是照着了，对呀，为阳。苹果红的这面被阳光照射到，吸收紫外线，慢慢就变红了，所以红的这面就是阳。照红的，对，阴呢？青的那面就是阴，阳光照射不到，吸收不了紫外线，不能变红，所以青的那面就是阴。哦，这回又改就照红了，对，明白了吧？哦，没照红，哎，行啊，那这阴阳找了，还有什么？有，还有金。金啊，苹果在哪儿长着？苹果在树上，长熟了自己不能掉下来。那当然了，到时候一定得摘吧？得摘。到时候你用什么摘？我用剪子绞啊。哎，剪子是什么的？剪子，铁的。铁字怎么写？又忘了，一个金字边。有金了。哦，合着一有金字边就算有金了。哎，有金字边就行。这我得注意了啊。哦，有这个就算有金了。对。那别的行不行？随便找啊。我换个东西也行。随换什么都行，随便换。哎，我换一样吃的。换什么？换一个。哎，山里红知道吗？山楂啊，又叫红果。对，太简单了。啊，这有阴阳金。一拿过来，阴阳就分清楚了。你找一找。看啊，山里红一拿过来，红的这面它就是哎，这红的这面怎么回事呢？这回你找这玩意儿全是什么红的哈？对了，你说它是围着太阳转的，还是太阳围着它转的呢？全是红的。对，全是阳。全是阳。对了，全是阳。阴呢？掰开了里边什么色儿？白的。属阴。哦，合着外头找不着，跑里头去了。里边跟外边不一色儿啊？早知道我说个西红柿好了。哈哈，好，行。这算你找着了。干嘛呢？啊，我跟我爸说几句话。你爸在这站着吗？没有，你说吧，还有什么？有，那你给我找找山里红的金。金还不好说吗？山里红在哪儿长着？
山里红在树上啊，好好的自己不能掉下来，不能掉，到时候一定得摘吧，得摘，到时候你用什么摘呀？我拿，对，用手摘。你们买票可以听相声，但是不让说相声。哎，明白了吧？谁有这规定啊？啊，你说你的词儿啊？你说你的词儿。哦，我说我的词儿，你问我。哎，用什么摘呀？我用手摘呀。那是你的词儿吗？是我的词儿啊。人家可以随便说，你不能那么说。我没听见。确定吗？确定。你向我爹发誓。你爹不信这个。我跟你说，你不能说用手摘。怎么不能用手摘啊？一点常识都没有啊。怎么没有常识？你见过山楂树吗？山楂树，树还没见过吗？完了，不是，你就说你见过没有？你说你没见过，干嘛？我说没见过呀。那你说你见过山楂树没有？见过。你说没见过。为什么要说没见过？你见过山楂树多高？山楂树两三米。完了，见的是最普通的山楂树，对的吗？这还有别的？基础山楂树、树苗山楂树，山楂树都多高？两三米叫树苗啊？那当然了，山楂树一般都多高？多高啊？4万米高。哎，没听说过，哪有那么高的果树？那就是两三米。对、啊，两三米高，你用手摘，你摘得着吗？你才多高？你有1米1吗？我1米7。你根本就摘不着那点儿。摘不着。那高点的地儿，低点的你可以用手摘、啊、高的地儿，高的那山里红你摘不着怎么办？啊，踩凳子摘。骑的鹰摘。哎，这主意好、啊、大哥，骑的鹰摘。哎，我还有鹰呢。你的鹰在楼道呢，这会儿在这跟我摘果呢。我问你，那山里红有金吗？有金。有，你找找。有金的鹰这玩意儿啊，它高地儿你可以摘啊，低的地儿它可飞不了，那树浓密，给鹰都飞不下去，明白吗？哦，刮翅膀子，对不对？你只能用点工具，那树上的你怎么摘？我爬树啊。爬什么？爬树。你还不如，我跟你说，爬树不好。怎么不好？一听就是没有见过山楂树。怎么又没见过？山楂树是什么习性啊？各位，就是这个树干你不能碰它。哦，鸟一碰它，啪，哟，10米长的大尖刺儿都顶出来了。10米长刺儿，扎死你怎么办？怎么办？烤猪肉串，你说这怎么办？哎、你才猪呢。怎么办？你没？我有办法啊！有什么办法？我一碰它，它啪就出个刺儿。对呀、啊，我就踩着刺儿就上去了。这多好的办法啊！山里红有金吗？你呀、啊，啊，你踩，可以，行不行？可以行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你踩着这刺儿，你可以摘山楂树。对呀、啊、对吧？啊，最高的地方你爬不上去怎么办？鹰啊。你老把我那鹰忘了。行，那就鹰。哎呦，谢谢各位啊，嘘，谢谢各位。你甭来这套，你们歇会儿，一会儿花钱了自由。闭嘴，我让我鹰刀你。你拿你当羊过了你。多新鲜的，我都能骑它。行，山里红有金吗？有金是吧？嗯，然后你就拿这个鹰啊，摘这个山里红啊、嗯，对不对？嗯。但是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看你这鹰啊，要是盘旋在一棵山楂树上，啊、嗯，对吧？一棵山楂树你摘好多，完全没问题。哦，鹰也有劲儿啊，哦，它一直飞啊。哦，但是你知道山楂树它还有一个习性是什么吗？又有习性，就是一棵山楂树只长一个果。这越说越离谱了。一棵山楂树就长一个果，一棵长一个果。你这鹰飞一个摘一个，飞俩摘俩，飞多了它就累了，剩下的那山楂你摘不了怎么办？你听我，你不要看他们，这是属于咱俩的对口相声。好，来，听我的。我有后援团，听话。哎，看不着，那就不用鹰，你不用鹰怎么办？摘不着，我拿竹竿蹦。行吧，行，可以。哎，竹竿棒。
竹竿帮掉了一地了，哪有一地啊？对，一个就一地。行，你那鹰给你打扫我在底下，对吧？然后呢，你就都撵回家了啊！一家全是这个山里红啊、红果啊、山楂呀、啊。哦，多，你就自己吃吧。嗯，自己吃不了，你就可以这个往外卖一些。对对对，做一些加工的山楂，哦、山楂片、山楂卷、山楂酱。嗯，对吧？对，还有一种叫做这个大挂山里红。哦，我知道，你说过去庙会上那穿起来那个，跟和尚那个佛珠似的啊，哎，这有条线穿起来，对吧？挂在胸前边，对，连玩带吃，一边吃一边玩，嗯，哎，大挂山里，一说这个，问你啊，哦，这个大挂山里红啊，中间有条线，对，线是软的，山里红是硬的，你是用什么工具？你冲这边说来，来，我冲哪边说？我听着，你问、啊，用什么工具穿过去的？哦，你就说是线是软的，对，山里红是硬的，用什么工具穿？用什么穿过去的？对，我用竹签捅啊！你干嘛的？竹签捅，你山里红有劲吗？你可以下班了，我跟他们说。竹签行，来，不去，五六千人不。这个用竹签是吧？竹签这个回答不好。怎么不好？你看啊，竹签这个东西啊，你看你竹签你扎一个山里红扎过去了啊，扎俩你扎过去了，哎，扎擦扎四个，扎十个，扎一百个，扎两百个，扎着慢慢你尖它就钝了，它就扎不过去了，怎么办？对，换一根儿啊。回来看我们的力量多强大，没有必要演了。我没有想到今天五六千说相声的在这开会，换一根行不行？好，哎，换一根，哎，换一根是吧？嗯。那么好，现在设定一个场景，什么场景？你啊，嗯，你现在在一个屋子里边，嗯，这个屋子啊，你这个屋子就是四面都是墙，嗯、四面都是墙，哦，哎，都是墙，没有门。天上，这上边天花板，底下这是地板，没有出口，这个屋子没有任何出口，你就在这个屋子里边，嗯，然后呢，穿山里红，对你，对呀，你先等会儿，我问我怎么进去的呀？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对，非常重要。你看，有一动画片看过没有？什么？七龙珠，啊，看过。孙悟空啊，会那个瞬间移动，手一这样。啪一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哦，你当时啪一下你就进这屋子了，然后你开始弄山里红，哦，弄山里红完了，但是这屋子里面呢就只有一根竹签，你啪扎扎扎扎扎扎顿了，没得换，怎么办？我移动出来拿一根竹签，移动进去再穿呢，有这技能不用就浪费了。起来！山里红有劲吗？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你甭告诉我，师傅上来不等半天师傅了吗？你甭等，来，好，山里红筋。好，可以啊。然后你就，啊，当然了，啊，不光有这个大挂山里红啊，还有别的，还有糖葫芦嘛。哎，最常见的、最俗的做法了呗，对不对？那也有很多花样。它有那个加馅儿的，对，切开一个口，里边放上瓜子仁啊、核桃仁啊。啊，加明白了吧、一说这个啊，糖葫芦加馅儿的，嗯，这个口你是用什么工具给它切开它呢？拿馅儿勒呀、哎呀呀呀呀，你疯了，你话太多了，你我就用馅儿勒你这内场票花的比我都值你。哎呀天哪，你还没买啊！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我光听他说了，我没听见我师哥说话、我师哥大点声说，刚才说用刀切的、没有，怎么耳朵还幻听了？我说用馅儿勒，缠上一勒，行，馅儿勒开了、对，里边有糊，有这糊你不 K 出去，你怎么加馅？嗨，用，对呀、手啊，咱俩就冲这边演不行吗？他也没买票，好，用手抠出来是吧？我就问你，山里红有劲吗？有劲、啊、然后你就可以等会儿吧。嗯，你看怎么了？最大的漏洞出现了，
哪漏洞？他说什么？各位，刚才用哪儿把这个壶抠出来？用手。脏不脏？高老师，脏不脏？我不吃。你不吃，你坐着干什么？坐着吧。谁说的？逗我玩儿。我给别人吃。你给别人吃啊？你白给人吃吗？头一排喊喂狗。要不是他说给你吃，要不是时间快到了，我下去跟你拼了，你知道吗？哎啊，我就给别人吃。给别人吃、嗯、那不能白给人吃吧？那个往外卖，收点费。收点费、嗯、哎，收费就好说了啊。收多少钱？收 一块。嗯，然后呢？没了。一块什么呀？就一块片。一块钱票，山里红有金吧？你这个叫法还真村儿，我发现你。那你甭管。好好好，一块票。嗯，然后呢，你就人家给你这个，啊、你就吃。他人家就吃，哎，吃完人就闹肚子。怎么？废话，你这手不干净啊！你们没有近距离观看他，他手里全是那个泥儿，你知道吗？谁告诉你？手指这缝里全是脚泥儿，你知道吗？我拿这天天挠你呀、啊。吃完人就闹肚子啊！闹肚子怎么办？你带人治吧，治，要不人饿死你啊！是、哎、是治，闹肚子也简单、啊，对不对？就随便找一医院，找一大夫、啊，就是打针呗，对不对？啊、就给裤子一脱，朝屁股上就给他打，啊、拔罐子。这可不行，拔罐子。好，然后反正治好了，嗯，治好了，然后你得谢谢人大夫吧，嗯，谢谢呗。咱不说你给人红包，给人感谢信，咱都不说这个。那都跟我熟，人不要。你最少的，你最次的，你送给人一个那个红那个叫什么那个，送人一个锦旗，对不对？锦旗的锦，它是这边一个锦。送不送那个？你送个锦旗啊？送个幡儿。送个什么幡儿？幡儿啊，出殡那个幡儿啊？送你人家帮你，你送人出殡那个幡儿？他我们俩关系好，你送人我就问你山里红有金吗？你送人幡儿，你和你们家那边就是人家帮你忙，你送人幡儿啊？我们是这意思吧？对对对，就是你们家那边人家帮你做好事了，你送人幡儿，那就是说你们家那边出殡的话是送锦旗，是这意思吗？这没有，行吧，行，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有金有金、啊。然后你没事了、嗯，你可以回家了。回家你可以接着弄你的果子啊，弄你的糖，对吧？啊、穿你的糖葫芦。问题来了、哎，对吧？这个糖葫芦一定你得熬糖，没糖不叫糖葫芦。那这个糖葫芦的糖你是用什么锅熬糖？那砂锅。太悬了，一人对抗五六千。哎，好。好，那我问你，砂锅这个砂字怎么写？一个石字边一个砂，锅字呢？一个金字边。有金了，找着了。下面请您欣赏《兄弟本色》，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谢谢，哎呦，离着太远了。哦，谢谢您，就放您就扔过来就行了。对，对，哎、对，就扔着 就放在那上。哎，对对对对，哎呦，谢谢谢 谢啊，嗯，人也过来吧。嗯、谢谢谢谢，离着太远了啊，嗯、待会儿给你钱啊，嗯，谢谢谢谢啊。哎呀，好几年没来上海了。是，这个地儿叫静安体育中心呢。是啊。上回在这儿演应该是2017年，哦，那么早、啊。他盖好之后第一场演出就是我，我给这地儿开的光。啊、哦，嗨。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晃好几年没来了。是，看见各位，我真是挺高兴的啊！哎呀，一层二层这么些个朋友，嗯，都来捧我们。
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了，谢谢。谢谢于老师前些日子单飞了，没有，没有，那不叫单飞。我看人自媒体写的，于老师单飞了啊。他们吵这事儿，我还问他，我你飞哪儿去了？他说拍电影，拍电视啊。我说那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老得拍。他说一个是合同签的早，对，再有一个好多的女演员在那里，这不，这不重要。这是也拍完了，也回来了，是。回来咱们得好好的说相声，哎，踏踏实实干这事儿。我说相声打小干这行，身边也换过很多的演员捧哏的，但是只有谦儿哥站在这儿是让我最放心的。哟，您捧我了，就这种配合，这种默契啊，这是不可多得的。合作时间长了，说相声讲就是这句话出了口不能掉在地上，对，我说完了他就得马上能接着，不能没话。这个打个比方，好比说我有一个盘子，我一扔，于老师啪，无论扔到哪儿都能给你弄回来，有时候也磕在牙上啊。对，有没叼住的时候。我十几岁到北京，就认识谦儿哥了。对，跟我的亲哥哥是一样的，关系就那么好。真的，实话实说，确实很疼我，很爱我，这个应该的。所以说我跟谦儿哥之间，虽然说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真是觉得就是我亲哥哥，跟亲哥们一样。十几岁到北京，一个小孩什么都不懂啊，是吧？都是谦儿哥告诉我啊，教你啊，教我吃饭啊，教我喝酒。呵呵呵，教抽烟我没学，教烫头我也没干，不要强这孩子。确实，你现在我看他，哎呀，这个岁数头发都白了。是我们小的时候，谦儿哥在我们这那正经是个大哥的样子。那我就是长几岁嘛。到北京来以后，我就是你哥哥。对，教你吃。什么叫教你吃啊？哪怕说吃一个芝麻酱的糖火烧。哦。他也得告诉你，这里有讲究，得讲究点啊，是吧？这家的就好，那家的就不好，这有区别呀。你看，那咱不懂啊。北京那么多老字号，我哪对得上号啊？是啊，这个买这个小吃必须上哪一个路口的哪一家去吃啊？那有名的店吗？你包括他，哎呀，感冒了，德刚跟我走，怎么着？我要去同仁堂买药。哦，都去那个有名的，哪怕一个小感冒，哦，买药都得到同仁堂，那儿药正宗。我后边跟着，谦儿哥大模大样，是吧？进同仁堂啊，感冒，拿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看看。我感冒了，吃乌鸡白凤丸呢？咱不懂，我小啊，那会儿好崇拜他，是吗？好崇拜。哦，洗澡带着我走，到青花池去洗澡，那。百年老店，北京。哎呦，那是清朝末年的老字号。对，谦儿哥一指这匾啊，看见了吗？是青花池。对，就是这儿。就这三个字儿，这块匾是光绪年间的老匾。洗澡必须在这儿，有身份，讲究吗？来吧。哎，谦儿哥脱衣服，是脱一丝不挂，还说我呢。脱呀，等什么呀？洗澡吗？哥啊。咱还在马路上呢，啊，还没进去呢，还在青花池外头呢。是啊，啊，谦儿哥乐了，哎，拿着衣服走，跟我走，拿着衣服，我给他抱着衣服，抱着鞋，过马路去青花池。我是不是脱得有点早啊？就这个大哥的个气，这个状态，崇拜，崇拜光屁股的，您这个。您这什么这，尤其进了澡堂子之后，谦儿哥那样，说实在的啊，凛然正气，是吗？巡视着里边这些洗澡的，看他们干嘛呀？什么意思？啪！这是把这包间的门就拉开了。我要干嘛呀？你们几个干嘛的？
哦，我修脚的呀。哦，便宜了你们，咔。什么意思啊？这是，咔。啊，你们干嘛的？我们剃头刮脸的。对呀、啊，好自为之。你跟人说得着吗？咔。这是。别动。啊。哼，你们几个干嘛的？干嘛的？我们就在广场上看车的。啊，我又出去了，我要。我在洗澡堂子走一穿堂合着。哎呦，从小我就崇拜他呀。啊，这种事情一般人做得出来吗？那就是光着屁股从澡堂子路过，那就是。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哥。不在这点儿，我跟他是真好。啊，我们俩真好。我们这种交情在中国相声界没有人能赶得上。没有了。交情嘛，分多少种啊？这还分吗？你看有一种交情叫点头之交。怎么叫点头之交啊？谁跟谁一说我们就还点头之交啊，就说明没有这么深厚的友谊啊，都是面上的事儿。点头之交，举个例子。您说说。举个例子啊。啊，您说举个例子吗？假的啊。啊，对，就不是真事儿。嗯，比如说啊，郭德纲是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这是假的吗？没听出来。咱们洗澡去吗？不，这不不甭提洗澡。您举例子吗？这不是真的吗？比如说人缘不好。哦， 哦， 哦，我走在街上，嗯，对面来了一个说相声的同行。哦，都碰上了。看见我他就愣了。没想到郭德纲。对了，跟他说话不说话？哟，这犯愁了。要跟他说话，嗯，让别的说相声看见就得害我。至于不至于？不跟他说话啊，万一有后他要是有演出的事不叫我怎么办？想的还真多。权衡再三，嗯，走到我跟前怎么办？嗯，呵，解着恨的点头之交，就这么回事啊，无所谓啊。哎，点头之交。哦，这还有比这个厉害的？这是忘年之交。哟，忘年之交我听说过。忘记了年龄啊，没 没有这个差距。是是是。比如说咱们哥俩，您64岁。哦，比现在大点。我60岁。咱俩我比您小4岁啊，就差4岁。您有一个女儿。然后呢？貌美如花呀。是没有那么漂亮的姑娘了。哦，哎，也不怎么着，他就爱上了我。啊，就喜欢我。是，我说不合适吧。啊，哦，您也知道啊。啊，我跟你父亲关系那么好。对，我跟你母亲关系也不错。不用提这茬了，不用提这茬了。这个不合适吧。啊，但是女孩说年龄不是问题。嚯，哎呀，我很感动。啊，我们于是就我们就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啊，我们寻找真正的爱情。我们就打行了行了行了啊，不用捡好听的说。流氓就说流氓就行了。什么呀您这都是忘年之交。这不叫忘年之交，这个都不重要。这还不重要。在交情里边最值钱的啊，就是咱们哥俩这种。咱们哥俩叫什么呀？咱们叫舍命之交。嚯，生死的交情。哎，也叫患难之交。是啊，光这么空说您没有印象。您给举个例子。我给您打个比方。可以。于谦老师。又说我。于老师是一个相声表演艺术家。嚯，我就那么高的位置。哎，对，嗯，是一个相声的前辈艺术家。您的一生都是传奇。嚯，您跟这个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刘宝瑞，哎，跟这些先生您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我还艺术家呢，我。哎，但是您是自学成才。这玩意儿也太好学了。嗯，啊，因为您的这个，您看过露天电影。这怎么了？您看过马戏团耍狗熊，啊？您参与过春节期间的踩高跷。
嚯，跑旱船，不是这跟相声都没关系呀、啊，这扭秧歌儿啊，反正这些个您都会，这给您管什么？给您奠定了基础。这都不挨着，这来了，什么来了？机会来了。哦，这一年在北京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相声总艺术团。好像名字越大越不嫌大。哎，啊，于老师觉得机会来了，有我事儿。中国相声需要我，是我要为相声去死。用不着。死啊，死吗？报名考试，参加，要参加这个中国相声总团。好，这个时候正是深秋，天凉了，寒露。嚯，您当时正在甘肃平凉。我在甘肃干嘛呢？哎，那会儿正是苹果啊丰收的时候。我呢？你在帮着人家摘苹果。我艺术家摘苹果。这会儿你还不是呢。哦哦，哎，摘完苹果你要到敦煌去。上敦煌摘棉花。是。然后奔湖南。湖南晚稻收割。嚯，到江苏扬州给人家采藕。哦。东北五大连池收黄豆和玉米，不，全国的农活都让我干了，反正不是，我怎么净干这个呀？我这个能者多劳啊，我全会。这会儿万幸您正在河北石家庄。我在石家庄干什么呢？秋冬季白菜刚出苗。我，你帮人家除草呢。我还全都会。要打石家庄进北京就很方便了。那就很近啊。放下了锄头，先给广西南宁打一个电话。我跟他们说什么呀？说豌豆苗除草，我不去了。别惦记着了，别惦记着了。由打石家庄，于谦老师就赶奔北京。那倒是不远。万幸您有跑旱船的底子。走着去啊，跑得好着呢。哎呦哎呦，兴致勃勃，为了中国的相声事业，您就来到了北京的边上。来到哪儿了？到北京大兴，这个地名叫榆筏，那已经就算进北京了。哎，但是是北京的边上，郊区，北京紧南边。再往北一走，您就到了这城里了。是的。哟，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大兴这儿挖沟。这条沟拦住我了吗？有一条沟，70米长，10公里宽，5000米深。我到了流沙河边上了似的，一会儿沙和尚不出来呀、啊？坐在这儿，于谦就哭了，过不去了。我都到了北京了，对，就差一步，我就往北再走一点，我就能考试，是是，我就为中国相声事业能做贡献了。对了，就到这儿吧，我当猪了。哎呦，眼泪哗哗的，难受了。赶巧了啊，这个村子的村长出来了。这村长怎么哭啊？问问。我要进北京，往北再一点就行了。我考试去。我正好要坐车出去。哦，你上我的车吧。他带我。我把你带出去。好。哎呀，真是好人多呀。没错，上人家的车给您带出去。嗯，但人家说了，啊，不能送到那个地儿。那您到哪儿啊？哎，我给您就搁在这儿，因为我还有工作。哦，你自己往北一走就好，只要过了沟就行。我不知谁熟悉北京的道啊。他下车这个地儿在北京叫回龙观，那就是北京最北边了。那就是您一直往北走就好了。我还往北走呢。于老师往前走了不长的时间，就看见五台山了。我都到山西了啊。哎呀，多年之后有人问过于老师，嗯，您看这件事情对您伤害应该很大。我没考上啊。你看耽误了考试，没耽误您进专业团体。就是您难过吗？啊，于老师真是云淡风轻。我怎么想的？贫僧 我出家了。我是想开了吗？这个在五台山收了几年的油麦。这还没离开我这老本行。于是您就成艺术家了。不是，您这话我都没听明白。怎么呢？我不是没赶上那考试吗？我怎么就成艺术家了呢？好了，你是艺术家了。不是，你说是不成啊？我都不会，我净干农活了，我怎么就艺术家了？你有点不懂好歹了。我怎么不懂？
我说你是艺术家，你就说啊，好的，我是艺术家。那不成，你说不成，你非得矫情这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很多艺术家根本就解释不清楚。对吗？又没让你花钱，说是艺术家，行，别没羞没臊，得啊。哎，我竟无言以对，你这，你看，于是，您就成为艺术家了。好吧，我艺术家了。哎呀，日子过得真快呀。是，您已经73岁高龄了。这艺术家日子真好混。嗯。73岁高龄的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是我。每天下午3点，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上说相声。我不在剧场，我在对面马路上。对对，那不是竟是咱们热心的观众吗？哎呦，就是为了回馈您的粉丝。哦，我在那儿演出。于老师站在马路边说相声，把这6个粉丝乐的呀。就6个人啊？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呢。不在那指标了。这5个人。是高兴啊！哦，自媒体也来了，还有自媒体拍照片，要发发头条，呵，发抖音，是都是夸您的啊！但是只要夸我就好。看看真正的艺术家，哟，郭德纲怎么跟人家比？啊，那咱俩比，哎，哦，于谦红扑扑的脸蛋儿，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我那红是晒的，你跟他们说。这么优秀的艺术家，德云社是不是应该给一点股份？凭什么呀？这个，你看，我就想那个状态。哦，哎呦，观众不能白听，还给您钱呢。哦，我还能挣钱？哗楞楞，哗楞楞，哗楞楞，净是钢镚啊，净是零钱。有整捆的，是吗？哎呀，3亿、5亿的扔，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这就点火给您烧，于老师拿钱来不？我这现场就能拿，干嘛冥币呀？是怎么着？太棒啊！人群外边，哦，进来一个人，谁呀？一个老华侨，可来正经人了。于老师喜欢您的演出，好，欢迎您出国演出，这是正经观众。这个老华侨来自于赞比亚，这地儿有点偏嘛。我不知您哪位熟啊？在非洲中南部有个地方叫赞比亚，知道这个地儿出木头哦，紫檀呐、什么这类好木头，他那儿出，他那还出铜，哦，还有铜矿，金银铜铁那个铜，是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这保有量不小，哎，当地人最喜欢的美食是叫恩西玛。什么叫恩西玛？恩西玛这个叠出来没有？有一种农作物，什么呀？叫玉米棒子。这您知道吧？熟啊！这老玉米咱还不知道吗？干一辈子了啊，那是啊。成熟之后要把上面的颗粒掰下来，那老玉米豆啊，磨成了粉状，玉米面。哎，然后加水把它熬完之后，喝了，这叫恩西玛。这叫恩西玛，对，这不就是棒子面粥吗？这个，您要是能上赞比亚演出，您就太棒。我戴着木头手串，哎呦，顶着铜草帽，嚯，趴在盆里边喝恩西玛啊！我这什么德行啊？我这是。于老师很开心，高兴。好，我要去啊！国外演出，我要去赞比亚，我要出国。好啊，我要出国。收拾东西，准备好一切。德云社门口的演出就暂时先停止了，那就不演了，先出国嘛。对啊，都收拾好了，从哪儿走呢？是从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您先等一会儿。好的，我从长途汽车站，我坐着这车上赞比亚呀。长途车不到赞比亚呀？就说是呢，飞机票太贵。那怎么办呢？您想一好主意啊啊！走海运，坐船去，因为只要过了印度洋就能到非洲。那倒也是，是不是啊？要是船，天津港是最好。对，到天津港，但是一问，船票比飞机票还要贵。
哎呦，那没辙了，这个得说是于老师聪明。我怎么办？咱有绳子呀。有绳子管什么用？找根绳子拴在自个儿的腰上，啊，那头拴在船上，在海里泡着，吊着绳子啊，你走就得带着我啊，那肯定拉不下我，好不好？那是。哎，买了点咸鸭蛋，嗯，买泡面，嗯，买点榨菜。不是你这我那儿都恩西玛了，我弄这干嘛？你不觉得这几件跟恩西玛很配吗？哎，您别说，一想起还挺像，哎，有点意思。嗯，塞在腰上，嗯，大绳子捆好了，是那头拴在船上边，哦，往海里边一泡，就等着吊着绳子走。这个船是刚来的，是吗？需要检修，检修30天之后才走。我下去早了，哎，泡着泡着呢，您就乐了啊！哎呀，怎么，算错了？怎么算错了？我不应该去北京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为什么？这个天津港这个码头是不是离着天津德云社近一点儿？啊，对了，我多余跑北京这一趟，我这没想好啊，我这是，啊，等着吧，啊，30天很快。哦，终于等到第30天，哦，把我等来了。哦，您干嘛来了？我呀，我到码头上办点事儿。办什么事儿？我买了一艘游轮。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啊。好的，嗯，我在水里泡了一个月，嗯，买船票没钱，您自个儿买一游轮，哎，就是15层楼高那种游轮。15层高？对对对，游轮。我到这儿来接我的游轮。哦，过手续。哎，带着儿子一块来的。是是，郭麒麟有事儿啊，带着老二。哦，带着郭汾阳，我们爷俩上这儿来。哦，办这个。对，我这正聊天呢。啊，哎，这郭老二要撒尿。小孩嘛，小孩，孩子也不懂，觉着海边往海里尿怕什么了哈。啊啊啊！他就站在那儿往下尿。是，他可没想到，怎么下边就是您？下边肯定是我呀，那肯定。嗯。于老师吊着绳子呢，嗯，看见了，啊，说话呀，赶紧，哎，啊，那孩子嘿，啊，叫，哎，喊，哎，哎，好家伙，哎呀，别喊了，这泡尿还挺长，嗯，我吓一跳，孩子也吓一跳。啊，孩子指着底下，嗯，海怪。什么海怪？我过了一瞧，哟，啊，谦儿哥，这才看见我。于老师很淡定，是吗？你好，啊，行，我也大声说不了话了。哟，谦儿哥，啊，哟，有日子没看见您了，我还说呢，嗯，得有一个来月。您最近怎么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啊？哎，好，我是什么人呢？我是啊，谦儿哥高兴，嗯，我这正泡海藻呢。啊，哎，对，是。快捞上来吧！嗯，捞上来。哦，一问这事儿，要出国去非洲，没舍得买机票。对了，没买，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心疼我了。你跟我说，我给你买就完了呗。您管我吗？花钱给他买机票，哦，买头等舱最好的。于老师开心了啊！是是，带着个榨菜、咸鸭蛋，坐飞机就走了。头等舱，头等舱。嗯，坐的头等舱就直接的奔这个坦桑尼亚。是，不对，不对。啊，我不是赞比亚吗？怎么去坦桑尼亚了？没跟我说相声，啊！但是呢，他学了很多相声的毛病。什么毛病？不敢告诉我真话。干嘛呀？万一告诉郭德纲我去赞比亚，他抢到我前面去了，不就把我这买卖抢了吗？说赞比亚，赞比亚跟那个地儿挨着接壤，走过去也行啊。怎么了？我怕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我这说什么瞎话呀，我就是这么想的 啊！哎呀，郭德纲让我给害了，哎呦，给我买了头等舱。嗯，我应该说俩人去就好了。为什么呀？让他买2张票，我还能退一张。哟呵，嗯，哎呀，我还得找自媒体骂他。嗯，哎呦，我这恨上来了，我得骂他。嗯，哎，有一题目可以带带节奏。什么呀？他上码头上接那游轮，他带的是郭汾阳，他没带郭麒麟呢。对呀，我就说他偏疼老二，对不起老大。
这个节奏一带就有，因为像我这样的货多，嗯，哎，对，嗯，都愿意说这个，很高兴，是飞机就降落在坦桑尼亚，就落到邻国了。坦桑尼亚最大的景观，嗯，就是动物迁徙，啊，对，那块动物多，狮子呀，长颈鹿啊，啊，瞪羚啊，角马，哎呦，是一望无边的动物啊，对对对，都跟着准备要迁徙呢，对，一回头看见于老师，嗯。哦，他们都愣住了，啊，动物都愣了啊！于谦儿啊，我那么有名吗？哦，你的知名度在动物里边很厉害。哎呀，是是是是。哦，嗯，高兴，没见过呀。是，动物都闻你。哎呀，闻，动物越是动物越灵。那是。一闻，哎，这个人没有人味儿。嗯，追他！哎呦，追于老师。于老师跑吧，那肯定得跑啊！后边动物就追，嗯，前面你就跑，哦，仗着你是跑过旱船的，哎呀，我老有这底子，一直就跑到了赞比亚。哦，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这俩地儿挨着啊啊！跑到赞比亚，嗯，正是要约请您演出的那个部落啊，那我就跑对了。那当然了，哦，今年人家这有庆祝活动，什么？因为今年玉米大丰收。叫恩西马，哎，要搞一个恩西马庆祝狂欢节，哎，很好，哎呦，高兴啊，嗯，哎，这会儿呢，酋长带着大家正给这玉米神唱赞歌呢，是啊，啊，哦，哎，行吧，行了，行了，行了。这酋长是张云雷是吗？这个，嗯。然后老艺术家于谦先生到，哎，我来了。于老师开始演出啊！尊敬的酋长，尊敬的各位村民，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你们这里演出。哟，我的心情非常的愉快。在过去的一年里，在酋长的带领下，整个村子蒸蒸日上。希望我们今年大家团结一起，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好的话，我演完了啊，完了，所有的村民们都看着你啊，这他娘的是父母呀，嗨，在河北搬迁过去的，这是，啊，您的艺术已经骗不了非洲土著了，这什么艺术都没有啊。酋长一看，这确实这有点诈骗，是捆上吧，哟，捆上吧，啊，也不得不捆，为什么？他自个儿腰里还带着绳子呢，嗯，哎，我下了船就没解，合着夸夸夸夸捆好了，哦哦，给您脸上身上抹了很多的玉米面，人那丰收了吗？哎，架个锅准备给您煮一煮，哟，做这个肉汤的恩西玛。哎呦，这帮人拿我开荤去了，可是拿您敬神呢。啊，消息传来，我可就知道了。对，急死我了，咱俩有交情，我得救你啊。那确实得救，我得管你啊，没错，都不管我得管呢 啊就是准备下各种的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嗯，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哦，什么单刀坡刀鬼头刀青龙偃月刀长柄烟刀，哎呦，各种刀捆了一块，捆着捆着我就难受。不是您难受什么呀？绳子短啊，哦，要是把你腰里那绳子留下来就好了。哎，对，我要在这儿您也不用去了，扛着一捆，嗯，我就奔了机场了。哦，空姐说对不起，怎么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对了，好，谢谢，我回去了。您到底想管我不想管我？想管你，回家来我难受啊！啊，他都那个年纪了，在外边风吹日晒，谁受得了啊？就是他64了，啊，我60啊。哦，他有个女儿，貌美如花，对我，别想这事儿。不是，我都快死那儿了。哦，你说我得救你去啊？是，我要是再耽误几天，你说还来得及吗？那我就熟了，我得救啊！不管了，不管了，不顾了，不顾了，管不了了，顾不了了。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我你。这我那儿都快起嘎巴了，你赶紧吧，啊，我得救你，就救我呀，掏出手机给酋长打一电话啊，把他放了吧，我完了，哎，这俩你们串通好了的，这是这就真你接回来了，就救完我了，给于老师接回来，大排宴宴，哦，山珍海味摆了一桌子，是给您接风掸尘压惊，这才对，我敬您一杯。好，于老师端起杯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气死。我说什么了？我想喝恩西玛，我就上瘾了。
下面请您欣赏《百鸟之王》，表演者孟鹤堂、周九良。全是人啊！感谢大伙儿啊，人好多啊，让我师傅跟于老师下去休息休息，歇会儿啊，因为我师傅最近也是身体不是很好，哦，啊，多休息。岁数大了，也不是岁数大了，跟岁数没关系。颈椎有点不是很好，不能常站。那前段时间受伤了。哟、哦嗯，这怎么回事啊？喝牛奶受伤了。您先等会儿，这喝牛奶怎么还能受伤呢？嗨，喝一半牛坐下了，你知道吗？疯了是吗？怎么了？牵一牛撅那儿喝。好家伙，牵一牛撅着，师傅那个还用撅着站着不就喝？让他们老哥俩下去休息休息啊，歇会儿吧，把我们年轻的换上来啊，给您再说一段。上台来呢，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哎，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没有什么名气，我的名字叫孟鹤堂啊。小学生。哎呀，捧，大伙儿捧，大伙儿捧，别停啊，别停。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嗯，哎，介绍完我了呢，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可能有认识有不认识的。对啊，有认识的，其实就没有必要介绍了啊。对，都认识了。你怕那不认识的呢？嗯，怎么办呢？嗯，你问一问旁边认识的，好吧？合着您不介绍啊？得介绍一下啊。您不说呀？老话说得好嘛，哎，对不对？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对对，后边那句怎么说的？人不留名，不知张王李赵；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他叫刘春燕啊。大家好，老师。春燕老师啊，你先等会儿。相声说得非常的不错。你先歇会儿。在德云社。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这名字也太坤点了吧？坤点啊？叫什么？谁叫春燕啊？叫什么？自己说。周九良。哦，周九良。哎，大家晚上好。哎，喂喂喂，这回真不用。不用，这谢谢大家啊！哎，压不下去呀。哎，远处能看着我们哈，这有屏幕是吧？哦，有屏幕就行啊。那我们这个表情就不用太大了哈。哦，嗨。啊，拿我们哥俩确实是说了15年的相声了，都是跟我恩师郭德纲郭先生学了15年了、嗯，关系也不错，是非常不错。人家现在周九良也火了，嗯、哦，人有钱了，是、啊、人北京买房买车买房车，对，就是闲的呀。人确实，人家现在生活条件上来了啊，对，人家家庭条件也好，他爸爸在老家给他爸爸盖一小洋楼，哦，哎。里边全是全自动，哎，什么全自动啊？全自动，全是那个智能的，智能、哦、一进屋一开门，咵，灯亮了，哦，塌了嘛，灯亮了，哦，哎，窗帘一咳嗽，咳咳哗，开了，嗯，扫地机器人出来，嗯，又暗号一咳嗽，咳咳就全打开了，啊，怕老头凉，给老头铺的地热。嗯啊，对，地热，倍儿热，好家伙，你要穿不穿鞋烫脚，你知道吗？倍儿热。嚯，人家老头人家生活也好啊，您自己跟家里边养好多虫，啊，蝈蝈，哦，啊，油葫芦，啊，他喜欢让他养呗。蛆，谁喜欢蛆啊？不是斗蛆吗？那吗？斗什么蛆啊？不是斗蛆，弄俩大白虫在那儿斗，好玩吗？那个不是斗那个，他们斗那叫什么呀？蛐蛐吧？您想说？哦，对对，蛐蛐啊。他爸养两条蛐，哎，蛐蛐就我喜欢玩那个，搁罐里有，搁葫芦里头，哎，喜欢玩这，还玩鸟呢，啊，他爸爸最爱玩鸟，哦，啊，就喜欢玩鸟，好好多那个老头都跟他爸爸一块玩鸟。玩，你们乐什么呀？你这你就看你们那个龌龊龊的样子嘛，
什么鸟啊？红巧、黄巧，什么蓝电壳、红电壳、皮皮虾，玩这个。什么？啊，皮皮虾也是鸟啊？不是有一种鸟不叫皮皮虾吗？哪有那一？那不是，那是海鲜，那叫。那海鲜呢？啊。我一直以为是鸟呢。废话。就喜欢玩这鸟。啊。那天上你们家去，我还看一什么东西，龙猫。没有啊，哪有龙猫啊？有龙猫，没有啮齿类动物。你没注意，你们今天有一新买的，有一只猫，我跟那叫半天，不理我，我以为是龙猫呢。啊，您这对龙猫那么解释的是吗？它不是龙猫吗？那它就是不爱理你。还有条狗。人家大藏獒，哦，对，跟屋里养着大藏獒，倍儿大。他爸爸得这么看那藏獒，多大个儿，这么大个儿，大藏獒。哦，他爸爸这么看。你先等会儿。我爸是那个扫地机器人是吗？你爸什么？那藏獒那才那么高，我爸爸看他那么看。对呀，你爸爸跟师傅打招呼都得这么着。行了，可以了，这都打师傅脚面上了。咱们俩地了牌子是吗？不是，他那养的大藏獒不是好，特别好，但是有一毛病，品种特别纯，但是就不爱动。哦，那藏獒天天跟家待着，就这毛多，他怕热，就这样，也不动，也不出去溜去，就跟家这么待着，这么待着，你一看不住，裤衩在屋里拉泡屎。大狗屎这么大一坨，你瞧瞧，那狗看着那屎，咳嗽，窗帘开了，扫地机器人出来了，推着这狗屎，哦，走遍了你们家的每一个角落。行了，好家伙，这不要命，最要命的地热。呵。您见过摊煎饼的吗？行了。他爸爸一回来，这是人工智能，这不是人工智障吗？这不是，拿那小铲子啊，一点点咔哧，往下铲，过去去喝，一铲出那卷儿、啊，您看着，再也不吃蛋卷了，知道吗？行了，出那小卷儿，行，这狗怎么办？我再也不吃狗屎了，我也。哦，你平时吃狗屎？废话。你说的太恶心了，这也这么养大的。你琢磨这狗怎么办啊？它不爱动活呀，天天就跟那样待着。他爸爸也愁得慌，不爱动啊。人家出去都遛狗去，是。我遛一这玩意儿，一点不活泛，怎么办？要活泛干嘛呀？它会咳嗽，反正。给这狗啊，吃兴奋剂。或让他活蹦乱跳的，哎，哦，买那小药粒儿，这么大一小盒，你是吃多少咱也不知道啊，不知道量这个量啊，用量问题，怎么吃这玩意儿？要不我先试试，拿出一粒来，怎么样？没什么反应，买着假药了这是，再来一粒儿，有点开心。哦，再来，行了。来了，你货，货家。兴奋剂，行，这合适，这好。出去遛弯去。去哪儿？公园啊。老头们都跟公园遛弯，他爸爸也去。他爸爸一去热闹。这手牵着狗。牵着狗。这手拎着鸟笼子。啊，还养鸟。怀里边。哎，揣着蛐，对，蛐蛐儿啊，揣着蛐蛐儿，蛐蛐儿，后背背着龙猫，对，真热闹啊！上公园遛弯去，行，到公园门口，来吧，小药粒儿掏出来，给这狗吃。等会儿我系个扣啊，不好意思，扣开，因为这扣解开我们单收费，你知道吧？不是，我，别，
我们这不给您省钱吗？是不是？那大哥净喊，你这一看不是实在人，掏手机呀、啊、倒是。说价钱，手机都不掏出来。接着说啊，又一会儿那个收费的，一会儿咱收啊。行了，行了，可以。想看的咱后台看，好吧？可以了。啊，前台这人不让，这狗就在公园门口了。到后台有师傅，轮不着你挣这钱呢。哎、你别闹啊！再不行还有于老师呢。嗯。谁？于老师真白呀、啊！那个。我见过，你别闹，师娘跟后台呢，别瞎说。别逗，啊啊，加钱也不行。师娘跟后台呢，你瞎说，因为我师娘也不知道我师傅钱是这么挣来的。我操！哦，知道吧？你说哪儿忘了吧？净打岔。打哪儿了？啊，打头来吧。我师傅呢，身体不是很好，他颈椎有问题，知道吧？还有前两天这不喝牛奶受伤了，打太头了，有点儿，打太头了。这狗就在公园门口了。嗯，来吧，给它吃这小药粒儿吧，拿出来弄一粒儿，张嘴，扔里边。嘿，怎么我爸不去喝可乐？飞去了。你再看这狗，还这样，再来一粒。你再看这狗还这么三颗吗？我吃着挺兴奋的。嗯，它没动静呢。是啊。再来，狗嘴掰开了，这小药瓶，哗、哦！你渴吗？这藏獒赶上我父亲四个了都。哦、你再看这狗，还，嘣！哎呦呵呦呵，俩耳朵立起来了。哦。从这公园门口啊，就进去了。嚯，跑进来，他是进去了。嗯，您琢磨，嗯，他爸爸手腕子上拴着狗链子呢。狗进去，他爸爸跟着也进去了，嗡就进去。嚯，啪就拍地下了。嗯，狗在前面跑，后边落着他爸爸。老头好家伙，脸都卡破皮了。嚯，后边落一道鞋印子。蛆也摔死了，鸟笼子也摔碎了。嗯，行了。但是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龙猫听见了。龙猫站他爸爸身上冲浪着。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狗在前面跑，你说磨的好家伙，身都磨破了。嗯。哗，这通跑啊！哦。整个公园都转遍了。给公园刷了遍红漆，你看看，我说我爸爸是扫地机器人吧？好家伙，身上都卡破了。那废话，这狗跑着跑，咔一急刹车停了。嗯，他爸爸在后边当撞狗屁股上了。对，站起身来，哆哆嗦嗦，是，扫一扫身上的尘土。擦一擦脸上的人血，哎，对了，和狗尿，我还活着，哎，是，是，还活着，挺好。你怎么回事？啊，没给口令你就跑？一说跑，这狗呜又出去了。好家伙，这回他爸爸不一样，这回他爸爸是仰泳。嗯，对。得，这回龙猫也磨没了，你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又刷一遍漆啊，行，可以了，把后边磨平了，是是，后脑勺都磨没了，可以了，这狗当停了，我俩啊，他爸爸这躺着，这当撞狗屁股上了，行了，可以了，狗站住了，嗯，他爸爸起身。为什么站下？啊、嗯，这狗对面碰着一条狗，哦，一条比它还大的狗，还有比藏獒更大的啊！这狗边上呢，有一老头，嗯嗯，这狗就冲那狗，他爸爸站起身来，也冲那老头，太对了，老头，掐一下，
为什么掐一下？给这狗撒撒性。嗯啊，把这药劲儿弄过去，散散药。掐一下。哦哦哦。老头坐那椅子上抽烟。你先看看病去吧。哎，对了，我都看你在这转两圈了。掐不掐？别废话，撒狗。这老头一撒狗，俩狗叮嘡打起来了。嗯，你爸爸忘解这链子了。对。再看你爸，嘡嘡嘡嘡。很多观众能在我这段描述里边能感受到啊，我可能看猫和老鼠看多了。好都不行，人都不行了，狗还不没死呢，人都不行了。是是啊，这狗那老头打电话120，赶紧来车给你爸爸拉走。嗯，你爸爸都快上车了，在那个小车上问老头，爷们儿，我临走之前问一句，嗯，你那狗太厉害了，是什么品种啊？没剃毛之前叫狮子。对，他剃了毛也叫狮子。嗯，爸走住院了。是，好的，出院一身大血嘎子，哎嚯，跟穿身盔甲似的。哦，不行，还得去两面焦黄，还得去，去公园。嗯，到公园门口遛弯儿，是碰见谁了？就这还遛弯呢？于谦，于老师。哦，于老师也去了。于老师跟那遛弯啊。嗯嗯啊。他遛这藏獒，于老师遛什么？遛一条细狗。什么叫细狗啊？你们乐什么？遛细狗怎么了？什么叫细狗啊？那怎么着？于老师非得遛沙皮啊？遛条细狗，什么是细狗？就是跑得特快那种细狗。哦哦啊，那狗叫什么品种？叫灵缇。哎，对了，灵缇。灵缇跑特别快。呵，于老师遛这狗，到门口了。哟，老周，嚯，这还能认出来呢？啊，老于，是是，不是怎么了？怎么还挂上假了？嗨，我呀，于老师说话，他别动行不行？这玩意儿，不是我爸爸多累呀，这挂着假呢。啊，不是，甭聊这个，你这遛的什么呀？啊，狗啊，看不出来吗？不是，你这个怎么样？这什么品种？灵缇跑得快着呢。嗯嗯，跑得快啊，你没我这跑得快。我爸爸又逗狠呢，比一下怎么样？呵，他又来了。老师，你这藏獒你跑不快，你比怎么比？嗯，从公园往里去啊，看谁跑到公园底，谁先到、谁赢。是，行，来比吧。能跑得过人家吗？他爸爸有小药粒儿啊。对，我把这事儿忘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嗯，把怀里小药粒儿掏出来。啊，等会儿，一会儿开始。拿出一粒儿，给狗搁嘴里头了。哦，这狗呢？这样。于老师看见，都是。你干什么呢？嗯。啊，奖励，给狗的奖励。哦，不对，你手里拿着那不对，那是什么东西？就小糖豆，小糖豆。你看，糖豆没事，你看我吃。没事，你吃一个，没事吧？你看，我吃一个，你吃一个，我吃一个，你吃一个，我吃一个，是不是没事？啊？嗯。太对了。于老师说：“是没事，挺好。”来吧，比吧。老师来呀，比呀。俩狗跟着蹲好了，旁边有一小孩拿一杂炮枪。嗯。来，我给你们来发令。嚯！小孩啪。一发令，嗯，狗没动，俩人呜出去了。哎，对了，他俩比上了，俩人出去了，是出去是出去了，嗯，找不着了。嚯，好家伙！长话短说吧，半个月后，半个月后什么呀？在黑龙江的一个狗市发现了两个人的踪迹。好母亲，派人啊，救护车给拉回来。你说狗丢了？俩人狗都丢了、是他爸爸在家郁闷，狗丢了，蛆也死了，鸟笼子摔碎了，嗯，龙猫都磨没了，是多无聊啊，对不对？想主意，上哪儿
花鸟鱼虫市场，嗯，再来一趟，我还买去？哎，买去，消停会儿吧，不行。花鸟鱼虫市场有那个卖什么卖鸟的，啊，买好多名鸟，是，其中有一家卖鹦鹉，哦，外国鸟，老板，你这这半个月这药劲还没下去呢，是吗？这鹦鹉怎么卖？老板说：“您这还挺兴奋。对，这个鹦鹉啊，您得问那大的，那小的，那小的怎么卖？小的多少钱？小的5000，呵，这么贵啊？大的呢？大的5块。咱们划划价吧。这怎么的？等会儿，怎么还？啊，小的5000，对，5000。那大的5块，五块。大的那个是烧鸡是吗？”烧鸡干嘛呀？因为那大的呀出身不好，他呀出身在夜总会。什么您呢？他这嘴里有脏口，哦，因为他没事在夜总会门口他站着，人客人来了，来了，大爷玩会儿。他净这个，哦，迎宾的。所以说这鸟的不值钱，嘴里有脏口。哦，改不过来了。他爸爸一听这个，哦，2块怎么样？这还花价呢？这5块够便宜，还2块，拿走。人也怕把别的鸟传染了。哦，他爸爸拿着这鸟回家，开心。你看是开心。鸟放在客厅正中间，啊，把你爸爸那名鸟、好鸟都给掐死了。哟，他不是正经掐啊？怎么呢？他把鸟笼打开，把鸟弄出来，他先拔毛。拔毛，然后拧死，哎呦，那个都弄死了，啊，真是变态，啊，给他爸爸气的，是变态，给他一光皮皮枪，这鸟他爸疯了，嗯，怎么办？好鸟都没了，关起来吧，给他关笼子里啊，关什么笼里？嗯，关狗笼子里。对，这么大一狗笼子，人出去都溜去，嗯，他爸爸没得溜了，藏獒丢了，宝贝儿。还问藏獒呢，他问那藏獒哪去了？藏獒丢了，注意听讲，下回啊。哎，对了，刚才肯定6号了。嗯，他爸爸拎着这狗笼子，撒么大眼的上公园遛弯去，到公园门口碰着于老师了。嗯，哟，老赵，呵，老爷，这于老师这药劲儿也没过。怎么样，恢复的不错吧？还挺好，恢复的挺好。哎，拎的什么玩意儿？嗯，鸟没看出来吗？鸟，不是，嗯，您那鸟怎么搁狗笼子里装着呀？嗯，废话，这鸟疯了，变态，把我们家那名鸟、好鸟都给掐死了。哦呦呵，嗯，这得治他呀。啊，嗯，我那有斗鸡，咱拿斗鸡掐他一下怎么样？哦，跟哪儿呢？家呢？抱去。呵，你急什么？我这不，于老师回家了。哎，对了，好的。又回来了，宝儿鸡，嗯，鸡都懵了。我会闪现了吗？哎，对了，怎么来？他爸爸一指这笼子，搁里，搁笼子里。于老师不含糊，直接撒笼子里了。嗯，拿黑布把这个笼子就给盖上。嗯，你就听里边噼里扑隆、噼里扑隆就打起来了。哦。20分钟过去以后，一掀着黑布，您猜怎么着？哦，斗鸡死了，那鹦鹉呢？什么事都没有。嚯，你爸爸高兴了。这我爸美什么呀？这回掐的不是自己的玩意儿。哎，对了，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嗯，啊，不让你掐，不让你掐，非得掐。嗯，死了吧？疯了。他变态，该不该？于老师抱着斗鸡，眼泪都下来了，怎么办？嗯，正好采点蘑菇，小鸡儿炖蘑菇，回家。好家伙，就给吃了。回家了。啊，这会儿看热闹的人多呀，围了一圈人。看热闹的。哎，围一圈人看热闹的。其中有一位呢，手里抱只猫，啊，刚从宠物医院回来。哦。啊，这猫啊，腿坏了。哦，坏了条腿，从宠物医院回来，站这看热闹。这还看热闹？他爸爸一眼就看上这老头，嗯，看上这老头，看上这猫了。嗯，这话就来了。我爸爸说什么呀？
哎呦嚯，那个行。列位，在其位，告诉您，嗯，甭说斗鸡，怎么着？今儿就是来只猫也掐了。这老头左右看看，躺枪。这是说我呢？嗯，老头不含糊，从人群当中上前两步，一指你爸爸，你鸟疯了？对呀、啊，我猫也疯了。前两天跟狗打架，狗死了。他就折条腿，嚯，怎么弄？他爸爸一指这龙猫，割裂，割聋了脸，掐他。这老头把这猫撒这笼子里头了，嗯，黑布盖好了，里边劈了扑隆，劈了扑隆，这顿掐呀，嗯，掐差不多了，黑布一打开，您猜怎么着？怎么着？这猫俩眼瞎了。那鹦鹉呢？什么事没有。这鹦鹉那么变态呢？他爸爸更高兴了。哎嚯，这还对呀、啊，还高兴。我说什么来着？嗯，他疯了。是变态，不让掐，不让掐，非得掐吧？嗯，知道东北大鹅怎么叫吗？东北大鹅，该呀。我爸爸欠儿不欠儿啊？老头抱着猫，眼泪也下来了。嗯，好家伙，刚从宠物医院出来，回去吧。太好。回去了，嗯，这会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都是人，嗯，他爸爸这劲儿就上来了，人来疯，再加上这药劲儿，嗯啊，各位怎么呢？列位不在其位，我爸爸是个变态呀、啊，他是，说话归说话，这药劲儿怎么还不下去？今儿甭说这猫啊，行行、啊，告诉你，嗯、啊，今儿来只鹰也掐了。老鹰啊，来只鹰，鹰什么猛禽呢？啊，对呀、啊，你哪掐不都掐得过那玩意儿？是啊，对，猛禽专门吃这鹦鹉的，哦，对不对？你掐不过，话说太大了。嗯，但是可巧的是，人群当中正好有一位，嗯，手里边架着鹰，是三十多岁一小伙子，从人群当中闪身就出来，上前两步一指你爸，我等你半天了。哎呦嚯！我琢磨也该说到鹰了吧，老头儿，我看不是鸟疯了，是你疯了。呵，怎么掐？怎么掐？他爸爸哪知道，好真有带鹰出来的。是啊，你这怎么办？你掐不过人家，这打不过也丢人呢。上前服个软吧，道个歉吧。上前两步，一鞠躬，一指这笼子，割裂。哎，对了。我爸爸彻底变态了，是吧？这位不含糊，把鹰直接撒笼子里头，我塞进去了啊！撒笼子里，黑布盖好了，嗯、劈了扑隆，劈了扑隆，时间真长，三十分钟，获取以后没动静了、哦。黑布一打开，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啊？鹰死了。哟，那鹦鹉呢？鹦鹉也没落好，它什么样啊？浑身上下一根毛都没有了。下面请您欣赏艺术的技术，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刚才这是孟鹤堂、周九良。是，好家伙，今儿上海这雨下的是真大啊，变天儿了今儿啊，变态什么变天儿了啊！变天儿了哈！对了啊，来的时候门口他告诉我说雨太大了。是，刚才咱说了半截的时候，您有印象吧？这房顶子哗楞楞、哗楞楞的啊，一下噪音就大了啊！这个雨太大了，得谢谢您各位啊！下这么大的雨还来听相声、啊，是你们太有钱了，真是。嗨、谢谢吧。嗯，有观众们这么鼓励咱们得好好的。啊，应该。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呵，怎么想起背这么一出来？感慨命运。
命运怎么有什么可感慨？你看看啊，老听人说，哎呀，命运如何如何啊？有的人说这个瞎说哦啊，封建迷信，不信。哎，这个玩意儿怎么说呢？嗯，反正我呀，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什么也不信，也年轻嘛。四十岁之后，逐渐的又重新的看待一些个事情。哦啊，人对宇宙的理解最多是5%。啊，那不多，很多事情你不能说你看不见就没有，是吗？对，有的时候好多事很难讲，比如说这儿放着两碗米饭，哦，这碗米饭被人吃了，吃完之后经过消化排泄到厕所，这个就是他的命，这碗米饭的命。对，那碗米饭没有被吃，没有被排到厕所，是，这就是他的运。哦，都不一样。当然了，摆了些日子没人吃，最后长毛了，还得扔到厕所，还是他的命。这都是定数。咱俩人的命就是说相声的命，就一直说相声嘛。所以说，踏踏实实，端正心态。所谓的命运这东西呢，也不好讲。我们也不能说你不了解，你没看到什么什么，你就说都没有，也不科学。没看见就是没有吗？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哦。WiFi 你看见过吗？WiFi 有，你没看见 WiFi， 你能说没有 WiFi 吗？那肯定有啊。声音你也没看见，看不见，你能说它没有吗？秦始皇、包公、朱元璋、岳飞，哪个你都没看见，你能说它没有吗？对呀、对吧？你没看见我去你们家，我就没去吗？这话题转得太快了吧，您这个。我这个意思您得听明白了，就是未必眼见为实。对，所以说只要把心态调整好了就行。说相声的心态，什么叫好心态啊？是，就是好好说相声，就认命。你看这玩意儿很奇怪哦。哎呀，这帮说相声的，就有人喜欢。这帮说相声没人喜欢。是，有人也问我，有窍门吗？有。哦，还真有窍门。各位带着笔的，你们都记一下啊。可以记录。哎，出门之后你们照我这法来，你们就都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相声艺术家。那您说一说，不久的将来你们会接到赞比亚的邀请啊，大盆的恩熙妈等着你们。算了算了，相声怎么能好啊？是雅俗共赏，这么简单呢、天下没有比说相声更聪明的了。是，最灵的就是艺人。哎，你看这个演员，你看人家说的没有屎尿屁，没有伦理，没有什么，人家多高雅，如何如何。你得问他在哪儿演的。哦，演出场合不同。今天台下3000科学家，我们怎么演？明天给领导去演，我们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对，后天村里边丰收了，搭个台子站在那儿顶风冒雨说，怎么说才能把这钱挣下来？嘿，什么叫好相声？合适的场合，合适的地点，用合适的技巧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就会有合适的效果。这也不容易，你瞧，都灵着呢，都灵着呢。你说唱昆曲，昆曲人唱昆曲，《游园惊梦》《牡丹亭》，吹个笛儿人就干了。对，过去最红的时候，比如人家上王府唱去，王爷坐在这儿，带着几个福晋，娘娘。做一帮妇女你就跟着唱吧，吹个笛儿，游园惊梦。说明天啊，咱们村里边大丰收了哎，山坡上搭一台，底下50000老乡你跟着唱，你就得连跺脚再喊再弄，脱一光膀子老乡们觉得你卖力气他认这个。艺术的存活跟他生存的背景是有极大关系的。是，那是没有办法嘛，对不对？不要单纯的评论必须要雅，必须要俗，那个是不讲理的你雅你也雅不过昆曲啊。昆曲是很雅呀，对不对啊？这清朝那会儿官方要求必须唱昆曲，唱地方戏算犯法不让唱地方戏啊。乾隆44年来了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到北京，叫魏连生那红了都不行了太红了，后来好多昆曲演员找官方就把这个人愣轰出北京，不让唱。那么王道呢？不让唱但是又过了些年，乾隆55年，乾隆过生日又欢迎天下地方戏进北京给皇上贺寿这个过程叫花雅之争地方戏这回再来那不一样了就大伙儿团结一块儿，最后形成的才有的京剧。
所以说单纯的雅和俗没有意义。嗯，你雅你雅不过昆曲，昆曲太俗也不行。太俗怎么又不行了？好，于老师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这啊，谁看的呢？没人看。嗯。今儿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我觉得。对，加钱也不行。嗨，不是钱的事儿。真是的，您能给多少钱？去。不说不是钱的事儿吗？啊，去下次再说。嗯，所以说这个单纯的雅、单纯的俗，嗯，都不合适。对，什么叫雅俗共赏呢？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我嗨，别老提这个了，你。我们需要让于老师准备一下，这个他只会脱裤子唱昆曲还不行，这得现学。在后台我也告诉说相声的孩子们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你要努力了，你就会成为相声一哥。对的，你要不努力，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啊，一哥们儿，差远了这个。那就差了太多了。是，好好说相声，养家糊口。挣钱吃饭，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这不假啊。不同的节目一定有不同的观众，大伙儿爱看，嗯，这就挺好，是对不对啊？嗯，大饼卷一切，万物皆可添富罗。好家伙，还有这么总结的呢？对，反正干了这么些年了吧，嗯，我们这都从小学相声，这做科嘛。啊，我是7岁开始学评书。哦，评书的底子，我说书出身。哦，9岁开始学相声。哦，80年代末的时候说相声实在是不挣钱。嗯，我就跟着唱戏的那些个小班社。哦，哎，就出去跑连外，我们叫。还唱过戏？唱戏唱了5年的戏。嗯，京剧啊，评剧啊，河北梆子。嗯，天津啊，北京啊，河北省周边各县，啊，就唱了5年。哦，所以我这个过程跟于老师学艺不一样。嗯，于老师他是先到这个甘肃啊摘苹果。然后啊，他去，我这别提了，我都跑遍全国了。那，嗯，相声啊也好，京剧也好，电影也好，其实还有一小窍门，就是合适。您再说说什么叫合适？主要是合适啊。这个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吧。哦，就是出去吃饭。吃饭，于老师老北京啊，吃个炸酱面，很正常。您到炸酱面馆，您比如您带着您的女朋友。啊，年轻的时候，那倒不重要。哎，别不重要，我现在要带着女朋友。哎呀，我怎么一说，观众一听，哦，这是假的，就完了。您把这说前头啊。哎，于老师有一个女朋友啊，女朋友说，你看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吧。哎，我这打哪儿拐来这么一女朋友啊，我这。哎，高峰的姨啊，嚯，于老师，行，你跟我这么久了，嗯啊，天天咱俩人偷偷摸摸也不容易啊，还是别人都不知道。我要给你买一块大牌的表，哦，好表，啊，我带你买表，嗯啊，咱们先去吃饭吧，先吃个饭很正常。俩人先去吃炸酱面，这都不像买表的时候啊，嗯，就先这么一说呗，啊，哦，生活化是吧？啊，吃炸酱面，炸酱面馆，嗯，那伙计。您去过，尤其北京啊，嗯，那炸酱面馆都是肩膀搭一个毛巾。对，于老师来了，哎，就是，哎呦呵，二位里边请啊，搭茬儿嘛，啊，快坐您的啊，哎，这擦着桌子啊，跟聊天一样。两碗啊，两碗，好，两碗小碗干炸，小碗干炸是炸酱面馆要敢跟你说小碗干炸，这就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怎么代表身份呢？一般的炸酱面啊，嗯，头天半夜他就炸了这么一大锅。哦，这一锅酱搁在炉子上，一直咕嘟着咕嘟着。嗯，谁来了，端面来，夸给你盛上点酱吃去吧。哦，这就炸酱面了。那么小碗干炸呢？小碗干炸是讲究啊。我们4个人，哦，叫4个小碗干炸。嗯，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给你炸的。哦，单一锅，单独炸完之后，给您这一碗。哦，您还有一碗，再炸一份酱倒到您碗里边。是，明白了吗？嗯，小碗干炸是单独给您炸的酱。这个讲究，这就上讲究了。哎，两个小碗干炸，是免青豆。哦，不要青豆，不吃豆子，免青豆，嗯，啊，嗯。好，多来几瓣蒜。哦，两瓶啤酒。是啊，10个腰子，好嘞。啊，我是吃面去的吗？我这个
一看您这脸色，这气色啊，是要腰子不要钱，没事啊。我好，腰子养的。哎，这你看，你看这个状态，你看，服务员说话这样就很接地气。你要了东西，整个人觉得这就是合适，随和啊。您俩人出来再奔大牌店，哦，你看那个服务员就不一样了。买表那大牌店，对吧？俩人这吃炸酱面。这女的还得说呢。是，你看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啊？对，一会儿就买，别老提了。吃，俩人擦擦啊，擦擦嘴。这酱都擦脸上了。擦完了，买表。对，买贵的那个表。是好表啊。俩人就奔这个 Seven Eleven 了。对啊 ，Seven Eleven 卖表吗？我这完就买表，是我给你买个包，哦，还买包，哎，好不好？好啊，这女的乐坏了，哎，太好了，哎，对，你比我那个老伴儿对我还好呢，对，这都是我干农活的时候攒下的，这个，俩人就大牌店吧，你看大牌店的服务员再出来，穿西装打领带，那就不一样了啊，头发梳得很好，于老师您好。认识，这是您的女朋友啊？于老师，嗨，这怎么回事？干嘛？我们不是正经的那种夫妻，我们也不是。我跟他说这么清楚干嘛呀？我就说就过去买东西就完了。对不起，于老师，打扰，对不起啊。您来看看包吧。对呀。这一款是我们今年新出的，是啊，配秋冬季短款貂绒，非常的得体。丹尼，把那包拿来，让于先生看一下。好，你看他这个状态，跟炸酱面馆他就不一样，俩风格了，所以这就叫合适，哦，这么合适，这两种服务方式一掉个儿，就不像话，反着来也无所谓，都是卖东西。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卖块表，又重新来一遍啊。好，先带你吃炸酱面去，炸酱面馆，于老师先带着妇女吃炸酱面去，是，炸酱面馆的伙计啊，穿西装打领带，这不也很绅士吗？啊，金丝眼镜，对。于老师您好，来了哦，这是您的那个搞破鞋的那个，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用你猜这关系吗？我对不起哈，欢迎这位女士，完了吗？哎，于老师介绍，是不是我的原配太太啊？我也是闲的，她有自己的老公。你说这干嘛？我们是一个意外的机会走到，你吃不吃面啊？你干嘛去了？请坐。欢迎来到老北京炸酱料理旗舰店。这还旗舰店呢？这是我们今年秋冬季新款面酱给您炸的。是吗？配两样面的宽条，非常的得体啊。可以。汤姆，把那限量款的那蒜拿来。哎，这让于老师嚼一嚼。这玩意儿还限量呢。你听着就难受。这就不好听。这吃完了，俩人一擦脸。好家伙，还是那酱。这回该带我去卖表了吧？哎，对，还没忘这茬呢。卖表，带我卖包去吧。啊，对，去吧。俩人走吧，买包去吧。到卖包这儿，一进门卖包的大牌店，这都肩膀搭着毛巾啊。啊，很接地气。来，你来，买包来了。有于老来了，认识啊？嗨，这是您那三儿吧？啊，你管着管不着。啊，于老师解释呢，不是，我们不是正经夫妻，他也不是我女朋友，还是三儿吗？啊，确实，他有老公，我们很低调，请把监控关上，我们不方便，太见不得人了，不可以。哎，来，谁刷短视频那个别拍，我们俩别拍啊，我们来看包来了。是啊，您呢，于老师啊，于老师您看这包吗？这包今天新出的啊，是吗？特别好，就是不好卖啊。啊，那什么那个，哎，秃子。把包给于老师拿来瞧瞧。哦，于老哪于老师？就是勾着大娘们的于老师。这还什么乱七八的？我说打算卖不打算卖了这个？你看您听这意思，您就听得明白，对不对？他这两种服务方式讲究一个合适得体啊，不得体还真不成，不得体就坏了嘛。是，先掌握这个之后，我们自己还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哦，哎，你看有的演员吧，他就是开场的条件。第一个节目，哎，你看啊，比如说一般一个相声专场，我们这专场，如果不是专场的话，大概是七段相声是一个晚会。哦，有的人他的命就是开场的命，就老是头一个。我们边边大的那个说相声的师哥有这个，对，你给他搁了开场，山崩地裂的。哦，好，哎，有的呢就倒二最合适。哦，压轴，倒数第二是他。他能让观众不走不上厕所，保证最后的底角上来底还好看。哎，你看看你，但是你看他挺好，你给他搁到最后，观众就全走了。
就没人看了。你看好多事情很难讲，人力可为，人力不可为。怎么着还人力可为？有的事情人力可为，有的事情人力不可为。您能举个例子吗？这太抽。你看啊，做艺的人啊，搞演出的人一定要明白什么叫人力可为，人力不可为。就是有的事情人可以设计，有的事情人不可以设计。怎么人还可以设计？怎么设计？比如于老师啊，于谦老师，您现在不是相声演员了。哟，那我干什么呢？您是一个电影的演员。啊，影视演员，好不好？可以。您要求上进，是您要成为一个三级啊。我要成为一个三级演员，还是我要拍一三级电影啊？什么叫三级？您说清楚。那么大岁数，窝窝戳戳，什么话呀？您现在是四级演员。哟，我还不到三级呢。低了。哦，您要努力成为一个三级。那太要求进步了。是啊，啊。您在北京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干嘛？拍完就烧啊？是怎么着？有八宝山电影制片厂吗？谁一听都知道这是瞎说。这不是，这就省心了啊！你万一真说你是哪个电影制片厂的，你知道谁哗站起来往外就跑，我要举报他哟啊！他讽刺这个电影制片厂，咱别没事老师啊，对吧？他一到那儿一说，那个郭德纲说了，八宝山电影制片厂，人有关部门也得说滚。哎，人家也不信，两省心。啊，两省心。八宝山，您现在就是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一名优秀的四级演员啊。那就谈不上什么优秀了，很优秀。您拍了很多的影视剧的作品。我还有自己的代表作。你拍了不少电影啊。是吗？床头床尾，床上床下，床前床后，床塌了，床碎了，愤怒的邻居等等。我要有这么多自己的代表作，我应该三级甲等了。现在，我怎么还四级啊？我你单位里边演员多呀，啊，评级得慢慢的评啊，得轮，对不对啊？所以说有话有一举报去了，快点！哎，这嗨，他不是，快把他弄回来！你这跑了，你这不得不防啊！没有人举报，等他回来看我怎么羞臊他了。啊，你说哪儿忘了啊？啊，重来吧。是，于老师啊，正在摘苹果啊。从哪儿来呀、啊？您太早了，您要调到一个三级啊？我要评级，正好啊。电影制片厂最近要拍一个新作品哦，有新电影。这个电影如果能够拿奖，您一定能调级。那我得参演啊，好不好？可以。哎，您是男一号，我还主演。女一号是苍井空。嚯、哦，那有他带着我肯定行。故事一开始，您是一个大学生，年轻的大学生。好好好，一考到大学，校长就喜欢你，校长爱我，爱你。哎呀，这孩子真好。于是呢，收您当干儿子。哦，我认了个义父。哎，他是你干爹，哎，他是你的义父。好，哎，然后副校长说这孩子我也喜欢，那怎么办呢？哎，你又认了一个义父。哦，这叫俩义父。哎，教学主任也喜欢你啊，你又认了一个义父。哦，全是干爹。哎，传达室的王大爷也喜欢你，你又认了一个义父。我认那么些义父干嘛呀？哎，学校还给你送了块匾，叫什么呀？富可敌国。谁都跟我比不了。那当然了啊、嗯、于是你就贺号了。我叫什么？你的名字叫国民义子干殿下。什么乱七八糟的、嗯、我的学校里边很好啊、嗯、然后送你去实习。哦，还都实习、啊、对，你到一个夜店去实习。我、哦、这专业到对口。那是啊啊、嗯、然后你我想你在夜店里边你就玩那个电磁炉啊。啊，这电磁炉干嘛？我在烫着。那叫什么？打爹的。对，你就开始打爹、嗯、我不骂娘啊。打完爹打什么爹？怎么着？打爹。打爹。对了，女一号出现了。哟，她来了。哎呀，苍井空出现了，多好啊。苍井空看见你四目相对。嗯，电影里边这种爱情观众一看就是明白的。是是是啊，这个女孩看着你。对，
我对你那么好，给我买块表吧。哎，对，高峰他三姨跟我对手戏，什么意思？这是，反正就喜欢你哦。但是呢，很遗憾啊，有一天你被夜店辞退了，干得不好。哎，这个是故事需要哦。好梦总叫尿憋醒嘛，是吧？这什么比喻？这是你也没跟那个女孩留联系方式哦，也联系不上了。没有，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嗯，这是句老话，形容日子过得快。时光荏苒，什么叫荏苒啊？荏苒是什么？就是咱们吃饭那紫苏那叶，什么叶？苏子叶儿。哦，苏子叶叫荏苒，它这一年变好多色儿，变完了，它这叶子就完了。哦，哎，时光荏苒，岁月穿梭。是啊，于是您就到另一个单位去上班了。我又上哪儿了？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杂志叫《花花公子》。嘿，他的分社哦叫花子公子。我就要饭去了。不是人家名字嘛、艺术嘛，您到这儿来当总编。哎呦，我的文人了，我滴溜逮谁文谁啊。哎，对，文谁呀、哎呀，大家都夸您了不起哦，有能耐。这个总编，哎呀，天赋异禀。是啊，就是天天你的义父都给你禀。哎，这嗨，义父管饭的啊。哎，突然间这天你又遇见苍井空了，这不是缘分吗？你看看啊。对啊，于是你想求婚。应该的，不能再耽误了。得买了一个这么大的钻戒。这么大个钻戒得有半斤左右。嚯、如果直接的拿出来，来，我给你这个，我求婚怎么样？太俗套子了，不浪漫。您买了20个发面的饼。我就要这玩意儿干嘛呀？这么大的饼哦，发面就得这么厚。是，哎，买了20个，嗯，其中一个饼拿开，把钻戒能搁进去，摁进去，这20个饼找一麻袋弄好了，嗯，扛在肩上，是，拉着这个女孩，我们去春游吧，上外边玩去。第六，嗯，到山坡那儿，小溪潺潺，天清水碧。哦，您把这麻袋，我去你的吧，扔出去了，一抖楞，漫山遍野都是发面饼。那撒了，您拿手一指，嗯，那个，哦，苍井空就跑过去了，啊，捡起饼来，原地咔嚓咔嚓咔嚓就吃了。那个，唰，他又去了，哦，捡饼就吃啊，俩就没了。哎，简短接说，20个饼吃到最后一个，嗯，这是钻戒，这命也太次了，你最后一个才吃出来。于老师双膝跪地啊，求。单膝双膝啊，哎，双膝是要认干妈，我那是。嗯，单膝跪地3拜9叩。哎，这没有这么大礼，向你求婚，求婚就完了。苍井空说：“嗯，同意。”这同意了，电影结束。就您这剧本，苍井空能接吗？这个？啊，给这么些粮食应该没问题。好家伙，赶上灾害了他、这个、哎，这戏拍完了、一下就轰动了，还火了。哦呦，大伙都爱看。哦哦哦，最为难的是你们电影厂的厂长啊，领导手里已经有一个3级演员的名额了，就一个。这个你说这就难了。怎么难了？我是给于谦，是给苍井空，这俩人谁对我有用？那苍井空对你有用。那这比不了。话说到这儿，您就应该明白了。明白什么呀？这就是人力可为。哦，人说了算，人力可为，可以设计啊。就这几演员，给你给他没有任何区别啊，都行，对不对啊？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好干。哦，这个哎，你有的，比如说体育比赛也是如此。体育比赛呢？体育比赛那就属于人力不可为。体育比赛？咱俩比赛啊，咱俩是俩武术家。哦，我擅长青龙偃月刀。好，你的特长是指甲刀。我这啊，咱俩大战3000个回合，用不了3000啊，有2回合我就成馅儿了。你看，所以说那就好比啊。是啊，包括跑步，嗯，从这儿跑到那墙那儿去，可以啊。我跑一个7秒，哦，你跑一4天。我嗯，裁判得想为什么呢？不，那什么轮椅坏了呗，那就是。嗯，我跑4天，我到那儿可不是轮椅坏了吗？你看，这就你就分得出来啊。有的事好弄，有的事不好弄啊。人拿手机刷短视频，
嗯啊，只要不好马上就刷啊刷啊刷，就不看了、哎、这好玩。嗯啊，看半秒是啊，刷啊刷，你这你怎么强迫大家？这没法弄，对不对啊？嗯，你包括这种演出，像今天这种商演，咱实话实说，嗯，这就是人力不可为啊。怎么不可为呀、啊？是，咱俩人在上海有朋友，嗯，你看看这状态，这好几千人呢，嗯，我也不能说请好几千人看我演出来，也没这么些朋友、啊，对吧？您受累、嗯、来看演出来吧，啊啊，我给您钱，给您买好吃的，哦、我再上家接您，完事打车再送您走，我这不疯了吗？那还干不干了？可说是呢，我这看完演出，人这几个女同志还站起来了，嗯、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卖块表吧？哎，不用。我要买不起，哎，所以说呀、啊，嗯，说相声、嗯、归根结底最后一句话，你得有真能耐。是，那倒是。骗人不解决问题，没错。相声四门功课，嗯，脱鞋上炕，嗯，不是，说学逗唱，说学上炕是吧？没有上炕，对吧？啊，说学逗唱说，嗯，嘴里得干净，这是功夫啊。学它是模仿。嗯，对，模仿表演，模仿动作、嗯、模仿各种的唱，什么都学。逗更甭说了、嗯、我们认识一个演员、啊、出国演出去，哎呀，来到酋长这儿来给你们说一段相声，人觉着不可乐，后来就捆上，差点没给炖了，是吧？模仿，那不是说的就是我们那个说相声得逗。哎，唱，嗯，唱指的是太平歌词，这是我们本工程。你唱京剧，唱评剧，唱小曲，唱歌，唱这唱那个，那都算学唱。哦，人有专业的演员，我唱个京剧，人有京剧院，对，你不就学的人家吗？嗯，唯独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唱，其他没人唱啊。唱两句你们尝尝好不好？好，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大伙儿也都熟。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是唱好了不容易，那是没有什么乐队呀、啊、伴舞了都没有啊，干唱、嗯、唱什么呀？好，坐舞龙捧有行家。嗯、啊、谁有什么啊？哦，好，我只能满足你们前三位的要求啊。啊，那是。哎，你看《五龙捧圣》《白蛇传》《单刀会》哈。啊，对。那我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啊。哎，您什么脾气这是？下回他们就不下了。来吧，唱几句《劝人方》啊。劝人方。嗯嗯。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水养鱼，弟兄们要相和鱼双子，妯娌们和美水帮着鱼，人生在世非容易，漆化清风肉化泥，龙游浅水遭下戏，那葫芦平阳被犬欺，得了志的狸猫换死虎，落了魄的凤凰不如鸡，猛虎岂在当道，我昆龙也有上天时，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交下了朋友护身的皮，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树木狼林有高有低，在那山上石头多玉石少，世间人多君子稀，没有钱别买您那看家狗，有了钱别娶那活人的妻，屈死三分别去告状，宁饿死别做那犯法的，三条大路当么劲儿走，曲曲弯弯是不低，阎王爷好比打鱼的旱也不定，来早雨来迟，今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谁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幕两人斗，死后只剩下半灵犀，空见那孝子灵前点了三杯酒，不见那
死去的亡人他把酒吃，趁着胸前有口气儿在，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修点好交点朋友听点相声，那是赚地好。这叫劝人方啊，太平歌词就这味儿。要不说传统的艺术它有好处呢，劝人向善，教人学好，都有用。我们都是打小学的这些个，是吧？我就属于耳朵馋。怎么？哎，谁教我点什么都爱听，都喜欢。老师们教我，外边谁听？包括我小的时候啊，很小的时候说童谣，我都比一边大的孩子们会得多。您说的童谣是什么？就是小孩的歌谣嘛。啊，哎，从前有个山，山里有个洞，洞里有个锅，锅里有个盆，盆里有个碗，碗里有个勺，勺里有个豆，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啊，对对对对对，小时候都这个，这北方的童谣啊，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抱女婿，于谦也要去，不带于谦去。不是，那不是，词儿错了啊，小外孙子也。我提这醒干嘛呀？我这原词儿就是这个。我听那个，我们那儿有演员叫张鹤伦，有张鹤伦有一次在台上唱了什么歌来着？破鞋露脚尖儿 啊！哎呀，我的天儿！哎，对对，破鞋露脚尖儿。他下台，我就问他，我说你哪儿听的？他说师傅，这是我创作的。我说你住口吧，不是吗？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有这个，就这段啊，就天津的童谣嘛。怎么天津？但是我们那个不是说破鞋露脚尖，我们说皮鞋露脚尖儿。怎么唱的？我六七岁的时候，天津小孩们怎么说？哎呀，我的天儿，皮鞋露脚尖儿。老师让我交学费，我说等两天。老师找我爷，我爷卖皮鞋啊。老师找我奶，我奶卖牛奶。老师找我爸，我爸卖羊辣。老师找我妈，我妈不在家。老师找我哥，我哥开火车。老师找我妹，我妹叠花被，气得老师流眼泪。那就这样，这有点意思啊。这不小孩吗？小孩那会儿歌谣没有什么，后来上学了，学了那个歌谣就有一些个水平了。什么呀？档次就高了，就你看那个就挺好。比如那叫什么来着？土地庙，土地神儿。土地奶奶睡凉席儿。树上有一个人儿，露着小肚脐儿。我一回头看，原来是我儿。往那边上去。你哪儿？这时候转头了？您这是大小喜欢这个啊？包括门口老太太们、老爷爷们，谁要会唱个什么小曲儿，我就爱跟人去学去。哦，也爱学，爱学着。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我住平房的时候，在天津啊，我们有一个邻居，一个老大爷，哦，姓姚，哦，姚大爷，姚大爷，嗯，姚大爷就爱抽烟，我印象特别深，哦，哎，抽完烟教我们小孩们唱这个小曲儿，老头会啊，哎呦，我就记他拿报纸卷那个烟叶儿，呵，这瘾大呀，他这现在可能都没人抽那，那叫卷大炮啊，哎，我们小孩给他剪那个烟丝那个梗啊，对，觉着挺好，给他剪。还完事拿报纸卷，呵，还蘸唾沫，对，都粘住了。赶紧学吧，活不了几天了。这个，不是可爱吗？是吗？哎，印象特别深，是吗？教你一个，啊，真教。教你一个，教什么呀？就哎，就喜欢我，因为我喜欢学呀。啊，对啊。姚大爷，您教我一个。嗯，教你一个，教你什么？教你一个端午节的歌吧。哦，五月端午，端阳节的歌。是是，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好，头一句就是五月里啊。啊，好。行，别抽了，你怎么那么大瘾呢？五月嘛，五月里呀、啊，月儿照花台。虎亭门外有人叫乖乖，原来是我的情哥来，情哥你走过来呀，情哥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叫不你要请情的脉，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哎，你瞧，好听是好听，这歌教小孩不老合适的吧？
我听半天也没听出来跟端阳节有什么关系。哎，对，嗯，就这么一场。爱听，过两天又碰见了。哦，那个会了吗？会了。你还复课呢？这啊，再教你一个。哦，大爷拿瓶啤酒，我还喝。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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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吧。哎，哎，好，这歌反上来了。这个有一个传统的文化名著叫《西厢记》，知道吗？当然知道啊。那会儿小也不啊啊，你们不懂不懂。哎，就是莺莺红娘张生。对，教你一个啊。哦，跟教你。哎哎，就是这个很好听，很抒情啊。您唱唱。嗯嗯嗯。一更里，这个张秀才跳过了粉皮墙来，莺莺可就说。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那么呀儿哟，跳过来跳过来，你是白白的跳过来，那么呀儿哟、哦、二更里，这个张秀才把莺莺搂在怀，莺莺可就说，说什么？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那么呀儿哟，是吗？搂在怀，搂在怀，你是白白的搂在怀，妈呀儿哟。嗯，三更里，这个张秀才把褂子脱下来，嗯，莺莺可就说，说什么？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怎么还贞洁女儿？脱下来，脱下来，你是白白的脱下来，那么呀儿哟，耶。这老头就会这种题材的吗？后来又告诉我了啊，再教你一个啊，啊，教你一个这个文学性更强的啊，但是种种原因我不能把这个歌的名字全告诉你，还背着人，前俩字叫十八，那也跟告诉差不多了，你不能让他们随便跟你学，知道吗？哦，哎，咱们这个歌已经经过改编了。哦，改了，现在叫十八不摸。您想怎么着怎么着呗，反正。嗯嗯，还没等唱呢，嗯，警察叔叔来了，把姚大爷请走了。就我就说没不落好嘛。啊，但是我每次见到姚大爷，我还是很客气的。是吗？谢谢您，您教过我小曲儿。哦，学东西了。谢谢姚大爷啊，你这孩子嘴啊，唱不了这玩意儿。怎么了？老说不对。嗯。什么姚？哦，鱼。我姓鱼。哎，要奔着我们家来，你看看，不不不，不能再提你父亲了，是吧？对，因为这些年你父亲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啊，那很多相声前辈已经批评我了。批评什么呀？郭德纲，你不像话了啊！你台上老说于谦他爸爸，对，有相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你看谁的节目里边提过于谦他爸爸啊？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那是假的，可不是假的吗？真正对我们来说，搜集这些个小曲小调，我们把它记住了、嗯、其实对文化是个传承啊。那当然是有好处的。你包括咱们就老唱了什么探清水河什么的，是，你看这也多少年了，这歌啊，那好听啊。你不光咱们这喜欢，你包括人家祭奠这个玉米神的时候，人家这嗨，别提这玉米神了。这前些日子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张云雷、陶阳，我们在台上唱了好多小曲儿。啊，唱过这个吗？那天也唱了好多、哦、我确实那天很高兴，是啊，有这么多观众还喜欢我们这些东西，说明传统文化不会亡、这个、而且有的东西你要不研究它就耽误。你包括那茉莉花，茉莉花是什么？你到南边来大家更熟悉了哈。对，都知道江苏民歌茉莉花。哦，其实这个茉莉花最早出现在，有记载吧，应该就是明朝万历年间。那么早啊？那会儿就有茉莉花，是吗？到后来有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嗯，再后来遍地开花，也挺奇怪啊、哦、这个茉莉花很厉害。怎么？由南到北，中国所有的省市几乎都有自己的茉莉花。哦，有不同的唱法。你看这很奇怪，哪儿都有啊，南边北边各处啊都有。当然大伙儿耳熟能详的是江苏那个唱法。哦，江苏那个，我们上次在台上我们演的那回，其实那是北京老的莲花落里边的茉莉花的唱。哦，那个怎么唱啊？他那个曲牌原名就叫鲜花调。
当年叫鲜花调，这后来改叫茉莉花，其实也挺好听。您给唱唱这个，唱进去你们听听啊。鲜花调的这个，它这很长，这十多段，咱们就掐一点，您听听啊，长段啊，唱个味儿。好了一朵茉莉花啊，哎哎，好了一朵茉莉花啊。也比不上他，奴家有心哪、啊，掐花带有不这个看花人呢、啊？看花人嘛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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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单一味儿。哎呀，您上网搜搜去吧，有的地儿可能都没有了。是吗、哎、每个省市都有茉莉花，嚯，唱法不一样。是小曲儿啊，无外乎就是唱事儿、唱景、唱人，哦，唱故事。嗯，有一个小曲儿我是特别喜欢。哪个呀？哎呀，就是这个混沌初分天地不开，哦，我很爱这个。怎么唱、啊、也其实很简单，但是韵味很好、嗯、包括里边又有滋味又有笑料，哎，观众特别爱这个。哎，那您给唱唱这个。您来特别好、啊、这混沌初分、哎、混沌初分、啊、天地不开啊。哎，来来，混沌初分天地不开，才引出朗朗乾坤花花世界来呀，都说是英雄造时势，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孔夫子无时困臣才，姜太公不得势稳坐在钓鱼台，朱买臣不得时深山把柴砍，吕蒙正不得时寺庙赶过斋，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也无非鸟为食来人为财。我说此话诸君若不信，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我这说了下面请您欣赏鼠来宝，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哎，刚才您都听了好几段相声了。是，听得也很累啊，他们说的也很累。郭德纲、于谦二位老师啊，连说带唱您都很爱听。是是，您也很欢迎。对，他们呢说了两段相声，需要休息休息，累了。观众在这儿听了四段相声，更需要放松放松。嗯，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这俩事儿咱没连着说啊，他得一块干呢，是吧？啊，这个郭老师啊，确实现在身体状况不如原来了啊，不能说每况愈下吧，反正一天不如一天了。嚯，连说带唱啊，到后台到了这板子后边就开始在那儿吸氧了。嚯啊，于老师比他身体好，那就行，侯震给他人工呼吸呢，嘴里多味儿呢。反正就是说什么呢，让二位老师稍微的歇一会儿，哎，朋友们呢也放松放松。对啊，这个卫生间小啊，您别得挤着，到时候啊啊，这个我们慢慢聊着呀，您慢慢听着。是，相声就是这样，一段有一段的内容，一段有一段的形式。哎，他不连续。哎，那郭德纲老师相声说得好啊。嗯，他的徒弟们个丁个的都是好样的，要不叫教育家呢。对、嗯、他就是郭德纲的徒弟，那是我老师，还不是一般的徒弟。嗯，上海的朋友都熟悉，他是郭老师的爱徒。哎，关系不错。哎，郭德纲徒弟很多。嗯，一共120多个，爱徒有限，才114个。基本上还是都爱的。那不爱能收成徒弟吗？还真是这道理。哎，他是郭老师可以说最喜爱的一个弟子。嚯，相声说得很好。嗯，客观的说呀，比过去啊知名度提高了。哎，慢慢进步。前几年到上海演出来的时候，嗯，他一上台走不了这么多人，啊。现在呢？现在走的比以前多3个。
叫人去了啊、哦，他们叫别人来哦，啊，确实比知名度比过去强多了，是吧？现在新名词不叫知名度，叫什么呢？叫流量。流量。这个演员有点流量，嘿，每月3个 G， 啊，超了您得自费。您说那是手机的流量，啊，您说的呢？咱这不是说叫知名度吗？哎，社会影响比过去强多了。哎，郭德纲老师很器重他。嗯，在这个郭老师啊，他师娘啊，于老师啊，侯老师对他都不错。对，侯震老师您比较熟悉，刚才报幕员吗？主持人。嗯，跟您见了好几次面了。是，侯震老师特别聪明，对，脑子很灵活，极其的快。另外，侯老师有一个绝活啊，一般人来不了。什么绝活？侯震老师开车开得好。哦，司机。哎，有的朋友说我们都会开车，水平不一样。嗯，怎么叫开车开得好呢？啊，开车开得好啊，不能问那开车的，要快就叫好吗？不然，哦，快容易不安全。你看，哎，一定得问那坐车的。嗯，开车开得好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啊，就让坐车的乘客不知不觉的就走了，这就是好司机。您说这是拉火葬场去了？拉那儿干嘛？那不知不觉就走了。你开车的目的就是离开这里啊，哦，不能老在这坐着呀，啊。嗯，对不对？他也会开车。哎，那时候他给他师傅开车。对，他坐在这儿开，郭德纲坐在辅路上，系上安全带。坐在辅路上，这边开车，这边不叫辅路吗？不，那叫副驾驶。坐在副驾驶上。对啊，带着师傅满哪儿去？嗯，到这儿演出去啊。这都是十好几年前的事儿了。嗯，反正他在后台来说呀，人缘最好，还可以。后台这些人对他都不错。嗯，尤其侯老师啊，教他开车。哎，那也是我师长。侯震老师指挥人倒车有一手绝的，是一般人的倒车有时候倒不好。嗯，停车入库难为他了啊，让侯震碰见算行了。他有一教案。哎，你得听他指挥。嗯，侯震在这儿，你听。听我的，你看你这，他的特点就是话少，是吧？你说台上话少，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倒车都倒不进来？你太废物了，是不是？你听我的，听我指挥啊！把窗户摇下来，窗户你开天窗干嘛？别开天窗啊，是不是？把你旁边的窗户摇下来，哎，听我指挥啊！往左边打死，倒，压我脚了，上，哎。嗯，教的是不错，就是废脚丫子。指挥人开车，嗯，指挥人倒车，反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对，都有自己的一点绝活，哎，都有优势，对不对啊？是啊，那郭老师，嗯，说相声为什么大家欢迎啊？什么道理？人家也用功了啊，下功夫。对啊，郭德纲跟于谦老师啊，两个人呢那个时候怎么排练，您知道吗？您讲讲。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一到周六啊，他俩都到北京郊区啊，有这么一个排练厅。哦哦，到那儿去排练去。嗯，有时候上午10点去，晚上盯10点才出来。呵，一排一天，够辛苦的。那天就在那儿排练，闹笑话了。您讲讲。我跟您说都真事儿啊，真的都是真事儿。哦，上午10点排练去，到晚上10点还没完呢。嗯，俩人都累了。嗯，郭德纲呢出个主意，跟谦儿哥商量，谦儿哥，咱排一天了，已经快猝死了啊。嚯，我出个主意，咱俩呀放松放松，累了好不好？谦儿哥说，你说吧，咱怎么放松？谦儿哥，你呀，看你敢不敢把身上衣服都脱光喽。于谦一听，郭德纲你要干什么？这么多年我没看出来你跟我是一样的爱好。这俩人放太松了。谦儿哥，您先别过来，您先别乐。好，等不了了。我跟您说啊，您误会了。嗯，您把衣服脱光了，我出门绕着咱这小屋子您跑一圈。跑一圈？您只要敢出去光屁股跑一圈，我给你50000。嚯，你看人家有钱人一打赌这点事儿，五万。他那小屋子跟我们这个舞台有1/10这么大，不大点儿，很小，都不到10平米。嗯，转一圈30分都用不了。于谦高兴，这是你说的啊，跑一圈给我50000啊。行，挣你50000。于谦脱还挺白，衣服往那儿一撂，推开门一看，有人吗？没人，我跑了啊。没人。嗯，那个地方很偏，很荒凉。于谦出门，好，滴了嘟噜，滴了嘟噜跑。这滴了嘟噜是什么动静啊？滴嘟噜，肉太多了。哦。于谦脱了白胖子，肉滴了嘟噜，滴了嘟噜，转一圈回来了。嗯，啊，半分钟都没用。郭德纲掏钱，50000。
我跑了啊，掏钱，不给钱你不是人。你说郭德纲给不给？那是应该给，给他他也心疼。那不给，不给不行啊，说好了。呵，郭德纲往回对付，谦儿哥真好，我没想到您这么不要脸。您既然说您，哎呀，别废话，掏钱。是您是跑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比如说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这钱你还好意思要吗？嘿，你看看他拿话一局他，谦儿哥一琢磨这点事儿。得了，本来也不为挣他钱，郭德纲你跑一圈钱我不要了，这是你说的啊，就等你这句话了啊。来，郭德纲脱，小黑胖子衣裳往那一搁，这稍微黑一点，推开门黑多了，推开门一看，有人吗？有啊，都在这儿了啊。这钱包是谁的？哎呦呵，失主在这儿呢啊，我跑了。郭德纲出门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怎么意思？于谦跑一圈回来没事啊，郭德纲刚跑半圈，对面来俩巡逻的，完拿那手电筒啊，十六节电池的，好家伙，冲着郭德纲就照过来了。哎，干嘛呢？黑更半夜不睡觉光屁股瞎跑什么呀？刚才你出来一回来我就没管你，你怎么又出来了？你两回全安他身上了，您说可乐不可乐？像话，说这都是真事儿。嗯，但是侧面证明人两个人呢用功，是下功夫了啊、嗯，要不然不会取得这么大成绩。对，那郭德纲前些年火了以后，说实在的也骗了点，也赚了点钱。我咱可说清楚了啊，赚了点钱。哎，赚，我这是口误啊、嗯，赚点钱，赚钱就允许人家改善生活。那当然了，买好车。对。买豪宅，嗯，人家家住那个房子叫别墅，别墅四层楼，您听听，地下三层，啊，那叫车库，那叫，这有车库、啊。您说反了，应该呢，地上边三层，地上三层，地下三层，不，地下一层、啊，反正人家住别墅，对，建筑面积得1000来平方米，好家伙，家里有钱，嗯，那挑高都是10米多，十米多，家里有钱，多难换灯泡 啊人了不起。要不咱怎么佩服人家呢？啊！但是郭德纲火了之后啊，我跟您说都实话啊。哟，没事，您放心，他不在，他已经回北京了。都实话啊，火了之后他思想意识有点薄弱，认识人多了，是认识那个女明星啊、女导演呐、女个体户啊、女失业人员呐，反正大学生啊就多了。他倒不挑工种，他师娘呢，这人有个爱好，喜欢什么？爱旅游。就爱玩，经常不在家。对，今儿坐飞机上那儿了，明儿走上那儿了，给郭德纲呢就提供了温床。趁他师娘不在家呢，经常往家带那姑娘。真的，我说都真的。那回真的，那回带回一个来，大白天的带回一个来，关上门，俩人在那客厅里边搂着。刚一搂着，坏了，怎么了？听里屋门呢。呱啦浪浪浪浪浪浪浪，这么有钱给这门告告油多好。告油什么意思？那没有这动静了。不能告油，就为要这动静，给他提醒。哦，有时候那把手上还挂着玻璃杯呢。呵，就为给他提醒。郭德纲一听有声音，回头这么一看，他以为他媳妇儿提前回来在家呢。哦，不是，郭麒麟。嘿，那时候郭麒麟不是大明星，挺矮挺胖的小孩儿。嗯，郭德纲搂着那姑娘回头一看，哎呦，郭麒麟，你怎么没上学呢？哦，对了，我让你退的学。对，嗨，这自投罗网嘛，是吧？自己都忘了。给50块钱，50块钱出去上网吧玩游戏去，走。小孩儿按说拿着钱玩去就对了。嗯，郭麒麟那时候就比同龄孩子聪明啊，拿50块钱不走，看这俩人，这倒霉孩子，这是阿姨，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你跟姥爷不也逗着玩吗？开玩笑呢啊，再给50，再给50，买好吃的去，走，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郭麒麟又接过50，拿着100块钱还不走，不走，你这倒霉孩子，别看这个，看这害眼，知道吗？再给100、200了啊，出去玩去，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郭麒麟拿着200块钱没走。嗯，不光没走，说句话郭德纲吓一跳。嗯、啊、爸爸我不走。为什么？上次妈妈带个叔叔逗着玩还给800呢。
合着两口子全爱逗着玩。朋友们，我说这都真事儿。嘿，我说话负责任。为什么呢？上回那800是我先垫上的。您这么些年我找他要过吗？您可以了，您我跟他提过吗？乱就乱你身上了，这怎么会乱呢？实际情况啊，就证明什么呢？人家说相声受欢迎，说相声火了，这对，买了钱了，买了房了，买了车了，有治下来了，是，哎，很多产业都是说相声之后人家拥有的，对你们也不错，应该好，这都是郭老师的徒弟，是，对不对？来上海来多少回了？来上海得来个5-6回都得多了。哎呦，来了很多回了。上海啊，跟北方不一样。那是。有很多语言呢，交流起来就费事。这叫南方话了。对不对？对。你对上海话会说吗？基本上不行。基本上不行，这就比我强。啊？这就比我强。我都不行，还比你强。哎，你不行，你别嚷嚷。我是一句都不会。一句都不会，有什么分别吗？我们俩人，你是基本的哦，我听都听不明白哦。现在好点了，我跟您说，不怕您笑话啊。20来岁的时候啊，20来岁的时候，就前3年前吧，3年前，我呀头一回啊，30年前吧。你耳朵还不？3年前，那看您这模样都快退休了。退休？你给我发退休费现在啊？什么退休？3年前啊！你就甭管我岁数了啊。20来岁的时候，我头一回到上海来，我自个儿来玩来的，我应该提前学上海话，没有，一下火车呀，两眼一抹黑呀，哪儿我也不认识，我先找个地儿吃点东西，是，我一看有饭馆，我就进去了，人家那个工作服务人员呢，岁数不小了，50来岁，穿着一身衣裳挺干净，跟我还挺客气，我一进门，人50来岁过来了，老伯，我说大爷。这什么辈分？他喊我老伯，我喊他大爷，不正合适吗？喊的是老伯呀。结果不是，人家跟我客气，喊老板。哦，我白喊一大爷。老伯，我说大爷，上海话管你不叫你，叫侬，侬啥事体啊？我说什么？侬啥事体啊？我说我住不了3-4天，我最多住1天我就走。啊，侬啥体啊？什么？弄撒铁就问我什么事儿，弄撒铁，我说我不撒铁，我也不搞对象结婚，我撒铁干嘛？我说您甭说话了，我说你听着，我说话我也怕他不懂。你说我点菜，我来什么菜？来鱼香肉丝，我说话他听不懂，怎么办呢？我跟他比划，吃点简单的，我来一碗呢热汤面，热汤面，哎，热汤面就是面条啊，连面带汤都有了，又简单又省事。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我就犹豫了。犹豫什么呢？我是说这个北京话好呢，还是说天津话好？要依着我说，北京话叫热汤面啊，天津话叫热面汤。哦，依着您，我说什么话好？说北京话。为什么呢？这北京话多少它接近这普通话。哎，不行，甭说接近，你说普通话他也听不懂。哦，老上海朋友听不懂普通话，我一琢磨，还是说天津话好。您这什么道理？你想啊。天津离上海比北京离上海还近240里地呢，脑子都搁这儿了。他离得近，语言可能就接近。天津话叫面汤，面汤，连说带比划。哎，老师傅，您给我来一碗呐热面汤，来一碗热面汤。我这一比划，坏了，怎么？他误会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叫啊？在那个时候，上海话呀，管洗脸水叫面汤。洗脸水的米汤寺叫面汤。哦，我这一比划，该用来面汤。他问我，侬要米汤要开开面皮啊？那次你要洗脸水，打算擦擦脸呢。我说行啊，甭管面汤面皮啊，解饱就行啊。对，走吧。哎，好吧，走了。不到5分钟，还真来了。好，端着一大盆，这是往这一放，我这么一看呢，什么？一盆洗脸水。得。我一琢磨，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地方人呢讲卫生，趁着面汤没做好呢，让我在这儿洗洗脸呢，洗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吗？洗。好。洗着洗着呢，我在这儿等着，他也在这儿等着，他不给我端去，我生气了。哎，我说，我那面汤呢？接着比划。面汤，侬还要米汤？对呀，他那意思你还要一盆洗脸水啊？
我说我要那面汤没来呢，拿去。哎，好吧，走了，不到十分钟又来了，还真快。哎，来对，往那这么一放，我一看呢，还是洗脸水。呵，我说刚才不洗一回了吗？怎么又来一盆呢？好家伙的，要碗面汤不给上，摁着我洗两回。我一琢磨，不怨人家，有道理。什么道理？你想啊，在家洗裤衩不洗完还得头头呢吗？啊，你洗脸还得头一头。头头，人就来了吗？洗。哎呀，洗完了，我在那儿等着，他也在那儿等着。我说，哎，怎么回事啊？我那面汤呢？弄歪了米汤，三盆了。要三盆洗脸水了，嗯，我误会了啊！我说仨面汤一个也没来啊，去端去。好吧，你需要米汤，你需要米汤，这个你是神经病。好了，这我懂了。他说我神经病，好，听出来了。一会儿功夫来了，是我一看他，我都乐了。怎么？这手拿着个洗脸盆，这手拿着个大暖壶。哦，那意思你再要洗脸水，我别来回跑了。嗯，我给你续点热的就完了。往那桌上一放，来来，我一看，又一盆洗脸水，来吧。我上海是大地方啊，我是从天津来的，也不是小城市啊。你欺负外乡人没见过什么？我到这儿要个洗面汤，不给弄着洗三回脸，这干嘛呢？我一琢磨，不怨人老师傅生气，又怎么了？他怨我没洗头，吃碗面条还得洗头。要不然又端来干嘛呢？呵，洗，我就在那儿洗头，一边洗头我埋怨自己。你说什么了？我呀，心里话，我来之前学两句上海话就好了。就是啊，一句都不懂，到这儿闹笑话。嗯，哎呀，我真是该死啊！一说该死又坏了。又怎么了？上海话管开水叫开斯。我一说我该死啊，他听见了，喂，该死有的哗，又一盆。好，接着洗吧。什么没见着，我洗四回，越洗越饿呀。我说谢谢大爷，我不吃了，我您饶命。听说您这儿能住是吧？我住不了三四天啊，我住一天，您给我来间屋吧，给我找间房子。嗯，我哪什么我也不吃了，关门睡觉，饿呀。是饿，睡不着啊，好容易睡着了，丁五点来钟我就醒了。怎么醒那么早啊？饿呀！啊，醒了之后打开窗户，我恨不得有卖早点的，我吃一点赶紧我解解饿呀。嗯，哎，我刚一开窗户，听见那个上海话不叫胡同，叫弄堂啊。弄堂口上进来一小伙子，推着一车，刷的红油漆特别漂亮，上面搁着两个桶，这么大这么高俩桶，都刷着红油漆。哎呀，我一看这么早就出来，我就不用问了，一定是卖早餐的啊。赶紧穿上衣裳，我下楼，我说小伙子，我看见你我太高兴了，我饿得难受啊，过来过来。小伙子一看呢，看着我有点愣住了，推着车他也不往前走。其实啊，他不是卖早点的。嘿，各位您比我还知道呢，倒马桶的。对，早晨起来要收这倒马桶的。我不懂啊，我说小伙子，那是什么呀？他推着车，马桶。我心说馒头。哎呦，馒头好啊，你过来我要吃啊，我打算吃啊。我这一比划他明白了，问我一句，嗯，弄掐五啊？那意思你要吃屎啊？弄掐五啊？我说什么？我吃五个，我得看看你那馒头是大个的是小个的。好，要大个的五个我差不多，小的我得来八个。你快过来呀！他把车推过来，我把盖儿拿下去，我这么一看呢，吃几个？一个我也没吃下去，倒是有俩虾仁儿，还有半根油条。我一琢磨，行了，嗯，可以了。这吃不下去。是，所以说那个说相声的叫入乡随俗，对，叫进乡问俗啊。到哪儿了呀，得学两句当地的方言，是，省得闹笑话。嗯，这不就让当地的朋友嘲笑咱了吗？哎哎，这以后咱就知道了，得进步嘛，以后咱就少来就行了，是吧？还是得多学习多努力，对，才能够进步嘛。嗯，说相声刚才郭老师介绍了，
四门功课为说学逗唱，是哪一门做好了都不容易，不易。哎，起码来说呢，说相声的得有一个好脑筋，哎，脑子得好。你脑子怎么样？您还看不出来吗？怎么样？非常的好，脑子非常聪明。对，我不相信。不，什么叫不相信？当着各位朋友，我在这儿测试测试你。我欢迎啊。很简单啊。啊，问什么说什么啊。没问题嘛。你叫什么名字？栾云平。行，今年40了，知道自个儿叫什么了。脑子是够聪明的。你问我叫什么，告诉你栾云平啊。这么回答不行。嗯，来一回所答非所问。孩儿不懂。哎，我问你这个问题，你这个答案跟我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就算对了。你举举例子。问你，你吃饭了吗？我说我没吃。没吃也不行。我说我吃的屎也不行啊。那我说不饿。不饿也不行。不吃了。哎，不对啊。我问你吃饭了，你说吃了，没吃，不饿，都跟吃饭话题有联系。啊，有联系就算错，没联系才算对。什么叫没联系？比如说问你，你吃饭了吗？我呢？你说我有痔疮。这两句有联系吗？没有。没联系你就对了。哦。哎，敢来吗？咱试一试吧。也不用多问。五个问题之内你就得挨上。五个问题。哎，一挨上就算你错了。好好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给听着点。这应该。哎，如果他挨上了，您给他鼓鼓掌，证明他脑子慢。说白了就是胡说八道。哎，离得越远越算对了。行。开始了啊。可以可以。五个题啊。嗯。你叫什么名字？今天外边下雨了。你有爸爸吗？灯泡还真够亮的。你来过上海吗？新买双鞋。几个问题了？三个了。哎，来着了。完了，哎，脑子太慢了。别，咱继续来啊。不用来了，一挨上就结束了。什么时候挨上的？刚才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了？我说三个问题。这不是挨上了吗？哦，挨上没挨上？那是挨上了。对呀、啊，一共五个题，这是第四题啊。对对对，对不对？差一点就过关了。我没留神。留上神呢？那我就错不了了。留上神你也对不了。咱再来来，还是五个题啊。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外边下雨了。你有爸爸吗？灯泡还真亮。你来过上海吗？新买双鞋。几个问题了？ Thank you very much。又错了吧？没有啊。哎，错了。哦，最后一题了，又错了吧？是个题，这是第五题啊。嗯，这是一套路啊。呵，对不对？脑子慢。哎呀呀，承认不承认？不不不不不承认。不承认？哎，不承认。我出个题，你猜猜。好，很简单的一道题啊。嗯，一个字谜。字谜。说出来一句话，你猜一个字。行嘞。说是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猜，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很简单的一个汉字。哦，猜吧。猜不出来。告诉你，嗯，大森林的森。那你给我讲讲吧。哎，森字怎么写啊？三个木。你看那木字一写就是一个不出头。哦，这就叫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两个，这儿还一个不字往上出头。三个不出头。三个，这儿也是不字往上出头。不是不出头，您听清楚了，不是说他不出头，都是不出头，都是这不字往上出头。哼，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好，这叫学问，还真有点文化。学问，哎，我说一个啊，啊，没有你这么复杂，你来一个简单的。我这个太容易了，我听听，你听着啊。什么？我这很简单。说吧。一横一竖，一横一竖。猜什么？一个字啊。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可比你那个二十。一横一竖，一横一竖，二十。一个字，一个字。对，猜不着，猜不着，告诉你啊。什么字？口腔的口。口怎么一横一竖，一横一竖呢？一横啊，一竖，嗯，一横一竖。您那字跟外国人学的，中国人有这么写口的吗？啊、你写出来就是口。哦，这念口字。哎，对了，我再给你来个题目。还有，出去啊，站在这儿。蹲下，好，回来吧。这个动作猜一个中药。这我这是人参啊。枸杞。你孙子不孙子呀你？我怎么孙子呢？你猜的不对，人参怎么不对？枸杞。我这蹲起来站叫枸杞啊。枸杞，你不属狗的吗？枸杞。什么属狗的？小名叫狗子。不像话。枸杞吗？你要这来，嗯，猜个国家。干爹。这是巴拉圭。巴拉。
我是那亏，我是那狗。你这人呐，你一点都不吃亏。这人行啊，通过简单的机智问答，看你这个脑子还是不慢的，嘿，还是够快的。那当然了，可以。嗯，要不然能在我们这儿担任副总吗？哎，有点小职务。他是我们这儿的副总，嗯，了不起，对不对啊？哎，不能说了不起，在德云社可以说一人之下，一人之上，是吧？我们一共就仨人。仨人，300多人、嗯、仨人干嘛？那怎么一人之下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你在郭老师领导之下，嗯，一人之上是其他的那些个相声艺人都在你之上，是吧？我还是最后一个呀。哦，你在他们之上，嗯，你在排第二位。呵，了不起，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人家占一个听字，听啊，这四门功课就没有听，没有听。你师傅给你讲什么你听不听啊？那得听。留作业了，这录音，老先生的录音你听不听啊？那反复听。哎，你没有这个听的基础，说学逗唱都完成不好。是这个唱，刚才郭老师介绍了啊，是太平歌词。嘿，还有这个一个门类啊，也属于唱，这是叫数唱来宝。数来宝可好，数来宝啊，这是北方的一个艺术形式。嗯，后来发展成啊快板啊，快板书啊，哎哎，全国观众都很喜欢看。那也演着好听啊。哎，演着好听啊。你就你呀、啊，光在这儿逞能。你对这个数来宝快板你都外行。我是专家。专家啊，不可能。怎么你都不懂？快板分三大派，听说过吗？我太知道了。都哪三派？王高李啊。王派、高派、李派。对，三大派。王派的创始人是王凤山老先生。对，对吗？对对。高派是高凤山。对。李派是李凤山，全叫凤山，名字差不多，我记得李润杰，李润杰，哎，王润杰，高润杰，有就别的，那俩确实叫凤山。反正三大派各有特色。是，你要说你知道，今天当着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我在这儿，我给您唱一段快板书，您欢迎不欢迎啊？呵，真的啊，我也不是瞒您，什么？我们德云社唱快板书，打快板，唱快板。他绝对是唱得算最好的哦。原来有三位，对，就剩他一位了。那俩都死了，那两位已经死掉了。嗯嗯，我也快了，是吧？不忙，我当着各位朋友唱一段。嗯，你也别逞能。我呢，你就不知道我唱的是哪派哪段。哎呦呵，嗯，你唱出来我就告诉你是哪派是哪段，准知道吗？准知道。那就行了。嗯，哎，得有伴奏乐器。还有乐器，小小的7块毛竹，呵，用它来伴奏。祝愿各位朋友幸福安康。呵，真是，确实是端午节了嘛。不鼓掌，一直打着，多没羞没臊。呵，疯了，疯了。还真是不错。嗯，来吧，唱。他们照相的。行，人那自拍。行了行了，人那自拍呢。行行行行，注意听着啊，听这哪段啊？哎，你仔细听啊。哎，仔细，我还仔细听。华蓥山，呵，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似开锅。行了。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行了，一阵暴雨似过瓢泼，别唱了。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火。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行了行了，那位朋友说了，您呀，什么叫山坡啊？就是说呀，您呀，挺高的。你有病吗？我这唱快板的，我有病啊！谁理你了？嗯，还那位说了，词儿里就是这么写的。什么叫山坡啊？互动啊！不是这段我知道啊。知道吗？知道。说不知道，凭什么呀？你要说错了算不对啊！我说不错呀。哎，什么这哪段？
劫行车呀。哪派？李派，李润杰老先生。呵，行啊，呵，有两下子啊，有两下子。哎呦，这不算，这段算热身，这不算。他先来一不算，我再唱一段你就不知道了。呵，再唱一段，你唱唱好的，跟刚才那可不一样了啊。朋友们换了啊，听这是哪段啊。听这样啊，哎，来，21岁的小寡妇，嗨，少姓没神儿，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啊，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栾云皮儿，过了门子，咱别瞎唱行不行？这段你不会，好，你不知道，这段叫小寡妇上坟儿，哪派？王派，原词儿叫死了那个当家人，别管谁都叫寡妇。当家人就是栾云平。别别，没听说过。嗯，没听说过。对不对吧？跟我没关系啊。哦，不是你。哎，小寡妇上坟。哪派？王派，告诉你了。王派创始人是谁？王凤山呢？他舅舅叫什么？别，完了，这就一个不知道。他舅舅我哪知道？知道吗？不知道。这都给你留面子。呵，这都知道啊。不要求有面子了。还剩一哪派？还剩一高派啊。高派，这不用猜派了啊。啊。高派，我给你唱一个我最新挖掘出来的。那外边没有的，呵，我还没公之于众呢，呵，但是传统段子，好好啊，我一唱出来，甭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你更不知道了。嘿呦，听这哪段啊？嗯、不一样了、啊。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住。十的名医呀、啊，列着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这个本姓孙，这个青龙跨虎手捻针呐、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这个孙思邈这个医道高啊，32岁这个宝当朝，正宫国母啊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家的病啊，两针治好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欣喜，亲身选他在当朝啊，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啊，封他的武将他不投摇啊。万般给他出在了无忌奈，亲赐一件大黄袍啊，在一旁怒恼哪一个？怒恼了竟得老英豪那个微臣我，东挡西杀那个南征北战，跨不轮边功劳大。国主万岁你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姐的身上开了个药方治好了娘家的病啊，我主就赐大黄袍，隔着为民臣我不要啊，黄袍的事情我不饶啊。他说着脑来倒着怒，这个手提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那个妙法高啊，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啊。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个一边供这个压药碾他，一边把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啊亮汤汤啊，各种草药啊，泥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鹤狗宝啊，后炸槟榔与麝香，这个乳香墨叶是姐俩，这个贝母冰片有大黄啊，桃仁搂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着三更叫半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盗走了水银50两，这个金毛狗哥叫汪汪，有丁香他给鹿茸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他打着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苏丸那个小苏丸旁的海滴溜圆，那个狗皮膏药天上寒呢，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唱到了明天唱不完，我唱到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福寿双全。谢谢，听傻了，他就不知道这段，听傻了吧？不知道了吧？你服吗？你是不是没日子唱了？磕头吗？磕什么头啊？啊，你不知道这段，不知道了。什么？你不是头仨字都唱出来了吗？什么呀？在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问你这段叫什么？不就叫同仁堂吗？哎呦，开卷题都能答对了，这是人话吗？这个？哎呦，我快累死了，你早拦着我多好啊！我一直我拦着你呢，怎么拦的？这段于谦都唱臭了，于谦都臭了啊！哎呦，您死心吧，于谦已经臭了啊！我捏着嘴啊，是哎，你看看捏着嘴都唱那么清楚，呵哈，
基本功，这叫基本功。这个呀，谁都能唱。你唱一个。这都背好的词儿，死词儿快板。对，有本事。什么叫数来宝啊？就得关了灯再唱，才叫数来宝呢。关了灯再唱，这不都黑了吗？我看是。关了灯，我钱包没了啊。这个数来宝讲究即兴发挥，是现编现唱。这位应该开个灯就不唱了啊。嗯，这个我最拿手。好，嗯，你出个题目，当时我给唱一段。那您真卖点力气。没问题，好不好？现编现唱。好，哎，出个题目，你就唱上这灯泡。刚才你不让开关吗？忽隐忽现啊，都、嗯、开红灯了，你看都啊，大灯泡，真叫棒。哎，你看有懂行的，你看，您听见什么了？大灯泡的真叫棒，要是没电它不亮。还真是，你看，谢谢。合辙押韵，有板有眼。哎，你看看，接着唱啊。唱完了，完了、哦、完了。哎，灯泡还唱多少？哎、说那音箱，这一大堆哈、嗯，大音箱啊，它是高档，要是没电准不响。哎，你看这知音都来了。上海真是数来宝的窝子呀。哎，观众都是菩萨。哎呀、嗯、来唱上那话筒。这话筒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它立当中，要是没电不出声。谢谢。哎呦，我看这台下有搞对象的。有什么的？搞对象的。哎，年轻人呐，搞对象要是没电搞不上。去去去，那边去吧。去去去去去去。还活词儿快板，就这两句来来去绕的我们。这怎么绕的呢？你这题目就两句。不是，就还是没电搞不上。对啊，你没电拿什么发微信呢？还真能对付。对啊，那就你赶紧来，要不我爱人该回来了。发微信。那是你，那是。不都得联系？那就唱两句啊。你那意思？你多唱点。多唱点。丰富丰富。搞对象。嗯。搞对象。搞对象啊，搞对象，这一会儿工夫已经搞四个对象了。您那意思呢？你往下唱。哎，让我唱那个我就唱啊。你爸爸台下搞对象，搞对象、啊、你爸爸，你叔叔台下搞对象。不不，甭去。你大爷你台下，你师傅台下行。他后台搞对象呢。你说谁搞对象？这个跟我没关系。你于大爷就唱这题啊，光唱这现象。对，搞对象他的规矩多。什么规矩？一男一女最适合。俩男的说相声的。搞对象为的把话说，体育馆里少啊，这个公园里边多。他们越说越谈越有趣，这个商商量量的办喜事儿，结婚的一对一对又一对，那个就是没有你的份儿。嗯，我听说你还没对象，我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啊，这个女方家住在西藏呢，有空你就去一趟。不，嗯，西藏确实不错。你坐飞机去、啊？不，就有点远啊。坐飞机去啊？不，到了西藏，那姑娘们弄那个白的，那叫什么？哈达，哈达献给你，多好，吉祥如意、啊。到时候找个喇嘛给你主持婚礼。不是，朋友主持婚礼热闹极了，好吧？别，热闹热闹，不，是有孩子考大学都加分。别，行了，这是好事，我知道。我都替你想到了，我知道人都很好啊，就来这个吧。别来哪个？就西藏这朋友。我都快结婚了。不要紧。什么不要紧啊？有对象。对啊，快结婚了。是啊。那你告诉我呀？告诉你管什么呀？告诉我，给你唱着结婚呢。结婚是好事儿，那你唱，我给你唱结婚，保证你高兴。好，你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葬车。我别跟你说了，这个火葬车行了，能拉货。行，我别、我结婚，对，你给我来火葬车，这车便宜，便宜也不行，还有卧铺。好不好？还发衣服，衣服都省了，没有站着烧的，多好啊！不，什么车？我就小轿车，扑扑。你结婚，你跟我说，我给你办辆火那个小轿车。哎、对，这个你结婚呢，你跟我提，
我买点礼品送给你。好啊，我买的礼物实在多，怕你们家地儿小没地方搁呀。有地儿搁呀。那个送了啊，没问题啊。有电磁炉，有电饭锅，按摩椅呀、啊，电脑桌，大电视，摩托车，大花圈呐、啊，骨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都搬你们家去。你们家不有地儿吗？有地儿，结婚。对，大花圈，骨灰盒。什么什么？大花圈，骨灰盒。结婚哪有送这种东西的？没有。这不你刚唱的吗？你听错了，没有。不可能啊，真没有。我，你再唱一遍。再唱也没有啊。有电磁炉，电饭锅，按摩椅呀、啊，电脑桌，大电视，摩托车，大花篮，首饰盒，这些个东西往哪儿搁？哪句错了？大花篮啊，首饰盒，首饰盒，大花圈，骨灰盒。哪儿错了？是你听错了，是我唱错了？我听错了。哎，往哪儿搁呀？往我们家搁。哎，往你们家搁。哎，大花篮，大花篮。这个大花篮呢，人人夸，里边插的是鲜花，有玫瑰花，这个茉莉花啊，芍药花，还有牡丹花。这个首饰盒带花边，卖的都是功夫钱，上边沿儿，下边台儿，象牙的雕刻整一圈，还有个框子装相片，装相片啊，乐悠悠啊，安上电池它能转悠啊，转起来的特别快呀、啊。行了行了行了、哎，你们家这不是死人死惯了？什么意思？您这还是骨灰盒吧？首饰盒，上边沿儿，对，下边台儿，对，象牙的雕刻整一圈，是仿象牙，还有个框子装相片，没错，搁上轱辘还能转呀。对对，我结婚你送我一电动的骨灰盒，首饰盒，还首饰盒，搁首饰，谁的首饰盒搁一照片啊？谁的照片就谁的首饰啊？省得弄乱了啊。不不，甭去，实名制，不，别去别去。跟今儿的票一样，实名制。不不不不，啊，我就老老实实的那个。哦，什么样的呀？就一盒一盖儿。我那也一盒一盖儿。你那太简单了。你带荷叶的哈？啊，我哦，带镜子那个。哎，对对，小镜子。对对，首饰盒那个真叫好，各种的金银珠宝装的真不少，所有的东西都办齐。那个我来给你当司仪。哎，好。买一白纸，写黑字儿啊，你们家里办喜事。喜事儿，你不是唱挺好吗？对呀、啊。怎么买白纸写黑字儿？白纸黑字儿有这词儿啊？那树包不周才这么写呢。白纸黑字先练练哦，写的时候用别的纸哦。好，买绿纸写黑字儿，画一王八甭上色。买黄纸，这算卦的。买报纸，报纸。嘿，买手纸写黑。买手纸你就别叫唤了。买什么纸？你说什么？买红纸，买红纸写红字儿。你们那还看得见呀、啊？你太难伺候了。买红纸写红字儿，你多绕的人呢。什么字儿？买红纸写金字儿。你们家里的办喜事儿、哎、就听见汽车喇叭响，十八个新郎往外闯。站住，十八个新郎集体婚礼，我就一人，就你自己。对对对，你一个新郎往外闯，敲锣打鼓啊，喜洋洋，汽车里坐着个大姑娘。好，你冲着汽车一鞠躬，鞭炮齐鸣，那个咚咚咚，你冲着汽车二鞠躬，大家伙抻脖瞪眼睛；你冲着汽车三鞠躬，新娘子坐在车里不吭声；你冲着汽车四鞠躬，大伙默哀五分钟。行了行了，这又要进炉是吧？大伙要求你五鞠躬，你冲着汽车六鞠躬，新娘子这才露笑容。新娘子下车慢腾腾，她嘴里的还把这个小曲哼，你看她秃眉毛啊，小眼睛，俩耳朵呼大呼大扇着风，跟侯震一样。其实你的眼神不太好啊，新娘子长得俊又巧啊，你看她瓜子脸，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两个大酒窝，外穿红袄大花格，脖子系着个白围脖，头上扎着个白头绳，她怀里抱着一个骨灰盒。又来，下面请您欣赏《甜蜜爱情》，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刚才是高峰啊，高老师说得好，高老师好啊，也卖力气。对呀、啊，话筒上都湿了，啊，至于嘴里这么没功夫吗？嘴松啊，不至于。
哎嗨，更不，还都拧出水来了，您这。说相声最要紧的一点啊，嘴里得有劲。是嘴里有劲呢、啊。这个嘴里有劲是两种。怎么还两种啊？一种就是说的时候每一个字儿说得狠。对，我们后台一说，说这人嘴里有劲，是，哎，一个就是基本功强，咬得死；还有一种是夸这个人，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人说话嘴里有劲，这个怎么讲啊？那话出来之后，沁人肺腑，哦，扎心，扎心，那都是聪明人干的事儿啊，是吧？于老师，我就这样，靠说话嘴里有劲，是吗？我最佩服就是这个。举个例子，我亲眼得见。哦，于老师这儿走着，这边过了一人，走到于老师跟前，这人不怀好心，哦，跟我敌对，看着于谦，嗯，傻子你好，嚯，你觉得这玩意儿多讨厌，斗气儿，换一个人就能打起来，那是啊，你说谁呢？怎样怎样？嗯，就是谦哥这个大气劲儿，哦，啊，谦，傻子你好，我怎么回答他？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哦。你好，我答应了，我没反驳，合着我们看着佩服，哎呦，真棒哎！啊，换别人就想不出来，还有这么一个巧妙的方法，啊，能把这事儿应下来，关键大气呀、啊！这有什么大气呀、啊？我对于老师的每件事情，我都是无比佩服，是吗？哎呀，那天也是，你、哦、是哪儿演出去？一个小孩吃薯条。拿着番茄酱那袋拿薯条、哦、也不怎么一跑夸一挤、哎、番茄酱撒到于老师鞋上弄脏了于老师当时站住是啊鞋上番茄酱是就看着孩子不说什么你表情的状态嗯大气哦小孩傻了发愣了半天啊啊递给于老师一根薯条我呢于老师大气嗯，谢谢。就过去了。啊，我就靠占小便宜，合着是。其实是为了跟小朋友开玩笑，我就这么开玩笑，太下本了吧？我这个。你看，嗯，我最喜欢就是于老师这个性格。啊，我就都过得去。我们是一块长起来的。是。我到北京的时候。于老师带我上青花石洗澡去你看这块扁了吗咱不提这事儿了行吗提过了吗、啊、提过提好几遍了拉门也都说了哈说了哈哈哦、啊、你去赞比亚我提了吗是咱要这么演这专长和好干不是从头说呀是怎么着、嗯、我觉得于老师在中国相声界是我最爱的一个人啊，这关系好，这是一块长起来的，发小嘛。我刚才在后台，我看他跟那儿拿梳子梳头发，我其实我心里挺难受。怎么难受啊？头发都白了，那是上岁数了。我们小的时候啊，他比我大四岁，嗯、这是实话，是比我大四岁。嗯，那会儿我们这边边大的说相声里边，最精神的就是谦儿哥。啊，这年轻啊！真的啊，头发梳的油光锃亮，是穿一个浅黄色的皮夹克。哎，对，有这么一件，戴着一个大墨镜。嗯，哎呦，那个骚啊！哎，什么话这？哪有这形容词啊？哎呀，这是很感慨啊！这是一晃，怎么都有白头发了？你瞧，五十多了，有白头发，他脸上皱纹还挺多。哎，就是这长期的不保养，而且来说，我老劝他，我说，真是您那个烟跟酒少来，比较伤皮肤，伤皮肤。你看这嘴巴子都耷拉下来了，这都松弛了吗？是吧？不至于，倒不至于那样。嘴巴子这儿，嗯，这个耷拉下来，其实剃胡子刮脸的时候，这是最难受的，就皱纹多是吧？有皱纹啊，啊，你看原来那会儿我们小时候他那小脸蛋儿。他那小脸蛋跟孙越的屁股似的，这什么话？您还有点好形容词没有、啊？不是，就说那古筝那哎不这，我这好些形容词呢。现在啊，这要刮胡子得多难受。您这想象的太……我说了，我有朋友，我让他来给你刮脸来吧。人家是专业的吗？我有一个哥们儿哦、啊，他原来是发廊小姐。对，谁？
您是男的女的？哥们儿是发廊小姐，男的，哦、他叫小杰，杰出了杰。哦，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您还说我呢，小杰，哥们儿，我的一个兄弟叫小杰。好，这个人有能耐。有什么能耐？哎呀，一个是心灵手巧，一个是他很棒。怎么个棒？你想他要是犯点什么错误，公安机关都不会拘留他。那怎么那么厉害啊？不拘小节嘛。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哎，小杰，您这玩意儿跟成语还能连得上？您这小杰专业给人弄脸。哦，快来，这是谦哥、哦，你给他收拾收拾这脸上那个。啊、哦，不许拉破了啊。那当然、啊。小杰挺聪明。是吗？于老师。哦，是用小剑电器啊，还是拿传统的剃刀啊？这还不一样吗？先拿出一个日本那个电动的啊，那个玩意儿。哦，这日本出的，这算不错的了。小电器啊，于老看看，哼，日本人一点正形都没有。怎么呢？又出这破玩意儿。这个还拍不拍片了？嗨，我想的太多了，我这。好好好，放下放下啊，拿出一个。传统的剃刀嘞，哦，那是老的。他这真挺好。怎么？他这把是紫檀的，这刀是大马士革的，好钢。那上面带花。对对对。哎，我不知道您谁了解大马士革呀？啊，大马士革弯刀。对。哎，那会儿就出这个，这不是咱们这儿的。大马士革。想当年，成吉思汗带人往那边打的时候，啊，大马士革这儿他有工匠，是专门研究这个。他那刀上。兵器上是花纹，哎，对，有花纹。哎，咱们后来又出假的，拿酸咬，啊，但你那咬完之后是黑的，哦，他那花纹是白的，呵，大马士革弯刀，嗯，啊，成吉思汗在那儿，屠城，但是你要有这手艺带回来，啊，能打这个工匠带回来，哦，带回来之后，聚集在一个地方，嗯，保卫大都，啊，期待着安定，嗯，所以后来那个城市就是咱们的保定，就是好多，哦，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哦、啊，那儿工匠，所以这东西很贵，大马士革的钢做的这个好东西，给于老师弄啊。但是确实他也很为难，于老师的嘴都耷拉下来了。你就别老比划这个了。啊、这打开一盒、嗯，盒里边有俩核桃，核桃闷尖狮子头，还挺好。我不知道你们谁玩核桃盘核桃啊？啊，闷尖狮子头，这好品种。这俩得有四六。哦，这个大。四六就不小了，是。你看现在出的啊，五零的、五二都有，嗯，它是嫁接的。对了，嫁接的要多大的都有，它是轻啊，是吧、嗯？人这是老的，嗯，真的好，拿出来，嗯，又拿出一个小罐子，这罐子是锡的、哦，金银铜铁锡那个锡，锡器，锡器，嗯，锡好啊，啊，锡装上酒不跑味儿，装茶也不跑味儿，装上水越来越甜，哦，好东西、嗯，这里边装的是酒精。哦，哎，又拿出一刷子，这刷子是加拿大白松鼠的毛做的刷子，哎、太讲究了。这刷子3700块钱，嚯、哦！拿这刷子蘸着酒精，先把这个核桃先清一遍，就干净了。清完了，拿那纸，白棉纸蘸干了。哦，于老师您张嘴，张嘴，于老师张嘴啊，这俩核桃塞进去，啊，给这撑起来了。你要不说这专门干这个呢？你这也有办法呀！哎，刷上剃须水嗯，拿这小刀，呲儿呲儿呲儿，呵，这回痛快了。谦儿也高兴啊！嗯，好，好，哎，说不出话来了都。嗯，好，是太好了。嗯、我别跟你说话，我喝一留神，我再咽了。这、啊、对，别咽了。这个就万一不留神咽了怎么办呢？对呀、啊，小杰乐了啊，没事儿。哦，您就跟那些人一样，有过这个，过几天给我送来。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不是，对，你先说，我横这个送过多少回来了？于老师当时就愣了。啊啊啊！哎，那我也过几天送你得了。您这都不像话，这真的啊，就啊就是这都真事儿，就是什么真事儿？他年轻的时候不会这样，就是老了他这样啊。到我这儿都这样。您各位听相声，您也抓紧听啊。我们都这个岁数了，是对不对？现在还行啊，啊站台上说个三段，说个几段的。对，你真到七老八十了，八九十岁了，再想这么演，
不可能了，也没这气力了。您各位得多听啊，您记着，真是哦，常听。好，真有一天我九十岁了，嚯、哦，他九十四，我比他大四岁吗？他的闺女啊，貌美如花。也别嗨，有完没完了？您这个爱了我半辈子。行了，行了。到那会儿，一个九十的老头，一个九十四的老头啊，还说相声，那得说呀。哎呀，能活着其实就是赚着。就顾命那会儿就是俩老头啊，要好生活、啊、早上起来花园里边的迷坐哦，晒着太阳晒着太阳、嗯、跟前有一条小河小溪潺潺、哦、是是哎，就坐在河边这儿吧啊，天晴水碧鸟语花香嘿，飞个蜻蜓哦啊，指一指也就这样了 啊嫂子过来了，喝点什么 哦啊，喝点什么，我说来个冰可乐，哦嫂子也得骂我了，就哈，嗯，九十了你还冰可乐呢？哪有这么喝的？来杯就温的柠檬水吧。哦，柠檬水我喝点啊。是，嫂子得问呢、啊。水果吃什么？嗯，我说就吃个大西瓜。吃西瓜。啊、来一盆荔枝。嚯、哦，来榴莲。啊、嗯，嫂子得骂我。啊、嗯，这什么岁数？血糖要不要了？嗯，来一个荔枝，就吃一个。来两片苹果。嚯、哦。就这个吧、啊、中午了、嗯、嫂子这吃什么饭呢，嗯，我说还不饿，不饿也得吃啊、哦、这也得必须吃、哎、给我切点酱牛肉哦，蒸一块鱼啊，然后来一个小花卷，弄点青菜、嗯、真讲究、啊、来个鸡蛋羹哦，嫂子说那我来一小块牛排，嗯，我来一个虾，好，哎，下午一会儿下午比如三点多，哎、嗯、一会儿下午茶了、哦、啊，嫂子问吃点什么，我说那来个中式的下午茶吧，中式的，哎，给我来个芝麻酱的小烧饼，嗯，来点青酱肉，哦，来个奶酪，是，哎，一会儿到晚上了，嫂子，你先等一会儿，他可半天没管我了，怎么净你吃啊？这个，啊，你可能不饿，我可能饿死了，啊、嗯，你那会儿已经丧失语言功能了，那就不照顾了。是吧，得管他，得管能不管吗，就是反正有一个能说话的先记着这个问呗，哦，是不是啊，嗯，其实我那会儿也挺可怜的了，你也可怜，九十了我还能怎么着，是，我在花园里边反正我就爬树上，我摘苹果去、我逮蜻蜓打蝴蝶，嚯、哦、让嫂子骂我一顿啊，嗯，一会儿差不多吃晚饭吧，哦，吃完晚饭坐在屋里边，坐在壁炉旁边，嗯，看看电视，是，我坐一沙发，嫂子一沙发、嗯、必须离得远一点，还离得远、哎、男女授受不亲，嚯、哦、哎，他那边我这边，那我在哪儿呢，你就在河边那轮椅上了，没给我推回来，提醒您个事儿啊、什么事情，你们俩别忘了给我推河里去，我就眼不见心不烦了，你知道吗，这像话吗，这个你看你这个态度，那人家自媒体能不瞎说吗，这不是您说的吗，都是，对不对，我现在我都不敢上一些个网络去看，是吗，你看有的自媒个别的自媒体啊，啊、嗯、那天那是谁写的，我也、哎、把我气坏了，说什么啊，这个郭德纲跟谦儿嫂疑似关系不正常，把我气的不爱听，疑似真事儿啊，疑似都不行啊，我这半辈子白忙活了、哎、好赶紧挑这个演呢，还有一个恨的我血都快吐出来了，这回又是什么，这个郭德纲跟谦嫂好像很般配，哎，我看了一天，我告诉你，就喜欢这个，你们怎么能这样写呢、哦、你们这样写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我去，他给我说死了，不要瞎说，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您还知道啊，那嫂子对我那是真疼啊，每次一见面，有时候在后台啊，他要是看相声来我就躲他，躲他吗，我一躲他，你给我站着、哦、牛跑，哦，牛跑，天天台上胡说八道的，嗯，招惹人家大伙儿瞎说、嗯、啊，你那儿坐合适吗，哟，嫂子对不起，你看我以后不瞎说啊，我改了，改吧，你改了吗，嗯，改了，一定改，嗯，天可凉了啊，啊，你穿秋裤了吗，这干嘛，你穿秋裤了没有，嗯，嫂子我穿了，嗯，你少来这套，哦，你准没穿是吗，我看看穿了吗，我这边穿了，说着说还动上手了，这个那是嫂子，嫂子怎么了，嫂子疼小叔子，哦，嫂子爱谁，爱他，当然爱我了，谦儿哥你们可不了解啊，嫂子爱谦儿哥就这份爱感天地泣鬼神，
这么好，这要我们打小长起来的，是于老师在我们那房里边，当年这是情圣，就我这模样还情圣呢，十七八岁的时候那还了得哦，同时暗恋三十多个女孩，不够我忙活的了，暗恋他要是愿意还能多，那不就想呗，包括到后来，哎呀，这些个女孩我都爱呀，我都喜欢，怎么办？嗯，我倒劝他，嗯，我说这玩意儿也得一个一个下手啊。量力而行呗。不是，你看看这堆照片摆在这儿，我都不知道我爱哪个了。这得挑一挑。我给你挑吧。你挑啊，对不对？你也是挑花眼了。是，这仨肯定不行。这仨为什么不行？这仨是男的。废话，男的不是这起什么哄啊？这个不，这是高峰的三姨呀、啊，苍井空吗？这个。哎，呦呦，这个不行。哎呦，谁呀、啊？这个女孩显老。多老啊，这看着像个女老头，这什么模样，这是不行啊，这行，这个年龄气质哪哪都好哦，我现在告诉你永远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啊？你拍照片时我知道怎么了，这就前些日子清明的时候咱们扫墓，你拍的人墓碑上那个，对吗？哎，好嘛，找一死鬼，这不行啊，那是不行，挑来挑去最后挑上了我们当时的一个班花。哦，那肯定漂亮，那女孩叫李逵。女孩叫李逵啊，葵花的葵，什么葵人李逵啊，那个葵花的小名叫铁牛，还是李逵吗？这不是漂亮啊？漂亮吗？不漂亮，谦哥能那么求人家吗？我喜欢他、啊、李逵哦，葵葵，快嗨，我好爱你哦，我们能在一起吗？能不能、啊、李逵反正也怪害臊的，小姑娘们不好意思、啊、你这鸟人，哎呀，害臊，别说，爷爷一斧子劈死你。哎呀，行了，这不就是李逵吗？这个不是我，我想请你去看个电影去。爷爷不会，我找一爷爷感情看电影不会啊。那个明天你有时间吗？想请你吃个晚饭。好，明天不饿。明儿不饿，我想请你去散个步。嗯，散你个鸟步！什么乱七八？不是你会说人话不会？一斧子劈死！不行，咱们躲开李逵行不行啊？哎，这就说明他跟你命中注定没有缘分，早就注定了。他要注定他是你的，嗯，费千辛万苦，早晚也得跟了你。那倒是，你跟嫂子在一起不就是这么个原因吗？这不就缘分吗？对不对啊？啊，这个他跟嫂子在一块儿，其实。挺搞笑，这怎么搞笑啊？你看，可以说吗？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您首先说于老师，得亏没听我的，要不然他们成不了，是吧？哎，我那会儿老劝他一件事儿，劝什么？不要贪凉。这搞对象跟贪凉有什么关系？他一切都是从这儿来的。哦，他最贪凉，是喜欢吃冰棍儿。哦，我们小时候那个冰棍还老奶奶推车卖呢。啊，对，卖冰棍老太太，三分钱一根，五分钱一根。对对对，奶油的，嗯，巧克力的，嗯，小豆的，小豆的，对。一见那奶奶，奶奶有小豆的吗？喜欢吃小豆的。孩子，这儿红小豆的。对，不要不要不要。嗯，我要绿豆的。啊，绿豆的。老太太也纳闷，怎么非得要绿豆？嗯，红豆配相思。哦，绿豆配王八。我要配绿豆。行行了行了。这不是找不自在呢吗？老奶奶，你尝尝吧，这红豆挺好的。哎，对，一张嘴，吭吭一口，哦，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没了。好家伙，这口太大了。那会儿我就说的，我说你要这么吃冰棍儿，你早晚把胃口吃坏了。贪凉，贪凉，嗯，还爱喝蝌蚪，蝌蚪。现在的孩子们就不懂啊，得四五十岁往上。怎么？胡同口摆一盆，里边是河里捞来的蝌蚪、蛤蟆骨头。哎，一分钱喝多少啊？喝这个说大凉，这是中医的理论。有时候他去了，得喝人一盆。哦，活蝌蚪，蹲蹲蹲蹲蹲蹲蹲。嚯、哦！喝完了，摇晃着脑袋，找妈妈去喽。哎，好，我就变蛤蟆样子了，是吗？哎呀，而且他这人有一毛病，我那会儿我也说的，我说你这非吃坏了，那是吃剩饭。哦，剩饭，剩饭不讲究。他爸爸剩的饭他吃，那就应该的。他妈剩的饭他吃，没毛病。他姐的剩饭他吃啊，他哥剩饭他吃，全剩。那会儿我就说他，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也是，他就愣了啊，狗剩了也我吃，凭什么呀？
听得懂人话吗？这还喂狗啊？对呀、啊。那我吃什么？哎，这好，不是剩的不能吃。我拦着他，他告诉我这叫节俭。对，这省钱。他确实是省钱啊。是吗？他那个裤衩穿的都碎成一条一条的，都不扔。干嘛呀？到最后攒在一块儿，绑上一根棍儿，擦地用。哎，好，省墩布啊，就这么一主。嗯，哎，这一切都是从您这肚子开始的，就好贪凉。哎呀，他们这个同学们搞了一个 party。哦，什么 party？ 他这个英语单词吧，好像还挺难说。叫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谁懂啊？英文啊？哎，就是他这个 party 的名字叫哲罗趴。叫什么趴？哲罗趴。哲罗趴。对，哎，你听懂了？我跟保定话联系起来了。北方把剩菜搁在一块儿叫哲罗。哦，我不知道南方叫什么啊？啊。哎，全班四十多同学要搞一个哲罗趴，就是吃剩饭呗，那就是忆苦思甜，那还是吃剩饭。每一个同学必须要带一份剩饭，剩饭剩菜，说单独炒的端来不行，新的不行，必须是全家人拿筷子扒拉完了剩那底儿。哎呀，四十多个同学每人带一份。哎呦，于谦不用带，我为什么？你负责吃。哎，就我一人吃这哲罗趴呀？哲罗趴。哦，定的是中午十二点。中午饭十点半你还没起床，哦，于谦的母亲喊他啊，是是，谦儿快起吧，啊，中午不是有一个那个哲罗趴吗？连我妈都知道了啊，十点半了，啊，太阳晒屁股了，你瞧瞧，谦儿赶紧起来啊，往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嗨，我起来不好吗？我又躺了会儿，十一点这才起来，啊、还得晒会儿啊，洗脸漱口，嗯，换好了衣裳。从家往外走，哦，下来楼往外走，走没几步，是，就在那儿发现一个女孩。这女孩是？就是后来的嫂子。哦，就我现在的媳妇。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那当然，她就算是个姑娘吧，是吧？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嗯，就是个姑娘啊。她就是个姑子。啊，姑子？什么？姑娘？姑娘？对，这姑娘真漂亮，好看。哎呀，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说话，燕语莺声，手指两把板斧。哎，还是李逵呀、啊？这离不开李逵了。鸟人，咱不要这个。哎呦，嗯，谦儿一看就愣了，是一高兴一激动，怎么样？条件反射，肚子就拧了一下，又不舒服。咱们有一种病叫习惯性的肠炎，哦，那、啊、就完全是由于精神控制，就落下病。嗯。当时这就肚子拧起来了，是于老师就哎呦，难受了，哎呦，难受，再回家来不及了，是啊，看这个女孩从那个楼洞里出来啊，知道这是她的家，哦啊，我找人家借个厕所吧，那只能这样啊，很大气啊，是吗？我这都走不动了，我有什么可大气的呀？我这个跟丧尸那意思差不多啊。女孩愣了，啊，不知怎么回事啊，谦儿过来了，你好，没底气了，哎，相逢即是有缘，我还跟人说这个呢，从来没有见过，啊，今天能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两个人见面是，并且能够交谈，岂不是上苍对我的恩赐？不敢说实话，人有三急，对。茅房挤，厕所挤，洗手间挤，好，都挤在一块儿了。有句话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非常冒昧打扰一下，怎么着，姑娘？嗯，我能借用一下您家的厕所拉个稀吗？好家伙，前面都白闻了这个。姑娘乐坏了啊，于谦呢？你猜他认识我？我喜欢听你讲相声啊，是吧？啊，幸会。哎。不敢使劲说话了，留个电话方便吗？别这时候啊，方便啊，拿电话打过去，俩人留电话、嗯。姑娘，您来，您跟我来，您过来、哦、上厕所。到姑娘他们家哦，他那个房是连排的那种别墅，还挺讲究啊。到这儿一推这厕所这门，嗯，这干嘛、哎？对不起，于老师，我们家声控那个灯坏了。哟嗨，您看看，嗯，于老师没事，手机有电啊，就赶紧吧。哦，马桶。嗯进去把门关好啊，坐在马桶上，嗯，憋的时间太久了，是吧？哦耶，啪啊，灯就亮了。好家伙，我把这声控灯修好了，
顶子上面，这大灯好家伙啊，嗯，得有2米，嚯，大灯300多个灯泡，我就没拉过这么亮的屎。嗯，再看这个洗手间真好，怎么好？四面的玻璃墙。洗手间，对，四面玻璃墙，透明的。这啊、哦，厕所，哎，一看这女孩就坐在这玻璃门外头。哦，拿手机给于老师发短信。是，那会儿没有微信呢。发短信。于老师喜欢您的相声。好。于老师给人回。嗯，喜欢你就要多听哦。好啊。真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见您。对。于老师给人回，这是我们的缘分。嗯，对对对。你们进来聊聊好不好？啊，隔着一玻璃就瞧见了，发什么短信呢？一会儿方便完出来，嗯，见女孩于老师有点害羞，那是得害臊，真不好意思啊。对啊，让您见笑。嗯，姑娘也笑了，没事没事。哦，我也没想到这个看一个沉浸式的拉屎。哎嗨，就不用再形容词了。你看，打这儿起俩人就认识。那可不得认识吗？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老话说的对，一步一步俩人就到一起了。嗯，到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于谦啊，你做最对的事儿就是这件事情，娶媳妇儿，就是娶了她。对，因为什么？嫂子每天就想一件事儿，什么事儿？我怎么能对于谦好？那这对我是真好。真的啊！啊，怎么能对于谦好呢？有什么主意、啊？于谦喜欢什么衣服？哦，于谦喜欢什么？我要让他高兴。哦，媳妇儿做到这个程度，天下第一，没比了。有一段时间，于谦喜欢吃凉粉儿，我就贪凉嘛。嫂子说：“我要给他做凉粉儿。”啊，他做。哎，我要做天下最好吃的凉粉儿给于谦。你瞧瞧，买豌豆粉啊、哦，豌豆淀粉，嗯，拿水和开了，好、哦，锅里边做。做上热水之后，然后拿那再煮这个，哦，和了完了放边上去，等凝固了再加调料。对，但是弄完之后第一次他不熟悉啊，没有凝固，那就是没成功、啊。嫂子眼泪下来了，哭了。我就想对于谦好啊，为什么做不成？嚯，端起来倒马桶上，哗一泼，生气了，再做第二锅，瞧瞧，就等它凝固，嗯，不凝固，嗯，哦，这糟践东西，倒马桶里边，嗯，连倒了三锅。哦，哇，就哭了，不高兴了。谦儿吓坏，你不至于啊！啊，我不吃力也行，我以后再也不吃这个东西了。啊啊，不行，我太笨了，我不想活了。哎呀，啊，我做个凉粉都做不好。嗯、啊，谦儿给我打电话。嗯、啊，你赶紧来劝劝来，你看怎么回事？嗯、啊，我说那来吧。我一进门，嫂子过来了，撒手。哪儿啊？就上手啊你。于谦你记着啊，郭德纲是咱家最好的朋友，是你一定要照顾他，我们本身就不错。这句话说完了，谦儿也往心里去了，我也听他的呀。好家伙，他一说他照顾我，我都活不了了。怎么活不了？那么大岁数人照顾我，我受得了吗？照顾吗？出去演出去，哎呀，有的时候这个出汗，里边小背心什么的，他抢着给你洗洗衣服。我他那么大岁数，我让他给我洗衣裳，受不了，咱不能这么干呢。啊、嗯，所以说有时候一回去，赶紧让助理拿着酒店搁前台，赶紧洗去。啊、嗯，那这有的时候你保不齐忘了，嗯，你袜子没来得及送去，袜子有时候自个儿揉揉就得了。嗯嗯，看见了，袜子我给你洗，这也洗，把我袜子抢走了，我绝不答应。我您给我拿来，抢这袜子，咔，他抢过去了，嗯，啪塞嘴里了，我太下本了吧，我这也，我必须要给你洗袜子，你怎么弄？啊，洗袜子，后来给我洗。洗裤衩哎呀，内裤，我愁了都没辙没辙的，是吗？你没法弄啊！啊，再后来他到酒店，他找前台，是知道吗？嗯，给我配一把郭德纲那屋的房卡钥匙，要钥匙，上他屋里去抢他的裤衩，我疯了吧！我就为了哎疼我呀！啊，到我这屋拿裤衩回去洗，哎呀，洗完了送回来，嗯，这是亲哥哥一样，对。当然有的时候他有时候也糊涂，怎么了？拿走3条裤衩送回2条来。忘一个，那条他以为是他的，其实是我的，弄乱了，他就穿上了。嗯，回家一换裤子，媳妇儿乐了啊！你怎么穿德纲裤衩啊？我他怎么知道的？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他就是那个。
在码头上，别提这个。郭麒麟的弟弟啊，对，郭汾阳、啊。嗯，下次来演出，你给大伙儿说相声好吗？好。好吧，好吧，好吧。嗯、长大了啊，嗯，好吧，你先去吧。这么高了，嗯。这是我徒弟，这是。嗯，我们两家换儿子啊。对，我儿子是他徒弟，他儿子是我儿子啊。这个徒弟全是您的和尚。这个一说一乐的事儿，嗯啊，这个也好久没怎么说相声，好、啊，这一开始说，啊，这演出一场接一场，是。昨天晚上栾平上我那屋跟我商量事儿，嗯，就看着节目单，师傅就安排不了了，太紧张了啊！要照这么安排，咱这小剧场就没有人再说相声了，全出来了，都得撒出去干商演去啊、嗯！我说行啊，我说调就看看吧啊，嗯，小园子也得干，大商场大演出都得有啊，都得保着呀。对，我这回来我来了两天了，嗯，我上上海来看地儿来了，我是准备干个小剧场的啊，在上海啊。嗯啊，这个前几年呢其实提过一回、嗯、啊，提过一回，后来一忙就耽误了，再加上前两年啊疫情种种原因就没顾过来。嗯，这回来我昨天去看了俩地儿，一个是静安有一个地方、嗯、但是那个地儿原来干秀场做什么什么汽车展览发布会合适，整体来说说相声那个味道差一点，氛围不对。虹口那儿我也去看了，看了一个老电影院，哦，当年你们这叫什么广东大戏院呢，有这么一地儿，后来改叫群众电影院啊、嗯、我昨儿也去了，我也去看了，一楼是小商品，楼上就反正这个地儿也弄的话也得费点大劲，得从规制、哦、啊，不着急，对啊、嗯、但是也着急，这不能不着急，你知道吗？我90他94，你说我去，那咱就江边坐着去吧。我别给你推下去啊。反正您各位啊，是谁家有这合适的地儿，有这消息啊，您跟我们说一声啊。哦，就在德云社官微底下留言，你就说我们家在哪儿，哎，趁十个剧场打算白送给你啊。哦，一定写上白送啊，不是白送我不要啊。您不能给您添麻烦啊。嗯、这个快与慢取决于您各位，我对上海不是很熟悉，是老不来，不是很熟悉啊。嗯、咱们希望上海德云社早日开张，好吗？好。很开心啊，在后台跟谦儿哥聊，我说咱可能也干不了别的了，那就只能说相声，咱们只能说相声了。对啊，太这个一个说相声，一个唱戏，嗯，对他来说还多一个拍戏啊，影视，他喜欢影视，那女演员多，那没办法，又来了啊。我后边8月17、18，我还要来上海来有两场京剧，然后8月底、9月初还有5天的话剧啊，有时间您多捧吧啊，谢谢各位，嗯嗯。嗯，这个上海这个话剧演完了，我们就该出国巡演去了。对，转一圈。对，因为这个欠的演出实在是太多了。这三年嘛，三年的演出，从9月中旬开始，嗯，哎，从新西兰那边开始，什么奥克兰，然后把澳洲演一遍，悉尼啊，悉尼这刚又加的场。嗯啊，悉尼演出方说，好家伙，开票瞬间就卖完了、嗯，能加一场吗？我说行，加了一场。嗯、啊，什么布里斯班呐、啊，什么墨尔本，嗯，这个都演完之后呢，去这个美国跟加拿大一带，美加地区。哎、那个演完这一圈回来应该是10月底。哦、啊，我们演出部最早递那个单子，就是回来之后紧跟是欧洲会有一个月。我说那不行，好家伙，再回来我外语都会了，不像话。不至于的。所以说，我说欧洲这有什么事儿，明年就是春节之后再去就得了。明年了啊，他们竟然给我安排了一场非洲演出，你知道吗？上非洲 啊！我就乐，我跟他们逗，我说是赞比亚吗？他们说没有，没有恩西马啊。嗯，那不是您想象中那种非洲，反正他们说一城市我没记住，反正就春节后吧。但是1月份好像还有一场日本的啊。哦，去日本。您还记得咱们日本一下飞机，好多妇女拿个那。您这是有这么档的事儿，真事儿、啊，对，真事儿啊，嗯，哎，挺好，反正这个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啊、嗯，大伙儿这么鼓励我，我们也好好的说相声、嗯，再一次谢谢上海的父老乡亲，谢谢吧，您真捧场。岁数不饶人，是在后台看老高，我看跟谦儿哥这头发都差不了太多了。这都差不多了。老高那会儿来的时候也挺精神的啊。高峰是吧？高峰啊，这后来一晃、嗯。老高，你看看。老高，快来，你啊，你来来来来来，一块儿聊。
朋友们好，老高啊，哎，这我们仨在一起搭档很久了，是是，是不是？对，一晃那么些年，高老师在我们后台算是方方面面都是这份儿。哎呦，好，夸奖，很厉害，很厉害啊！尤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嗓子好。哎呦呵，反正我倒是爱唱，爱唱。嗯，刚才在后台，他说练练嗓子，一般头上场之前喊嗓子，哎，嗷嗷一嗓，吓我一跳。您没注意啊？我没想到，哎呦，他真，你把你给大伙唱一句那。我在这儿来了。他唱了一句那个现代戏。对对对。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就是这句。好家伙，我响彻云霄。我也没想到，真是啊。啊，你来来来来。哦，我唱了啊。来来来来哎，这没听说过，来。人家鼓掌了，我开始唱。来吧，对吧？你看，咱俩一块儿吧，好吗？哦，一块儿唱。我给您唱前半句。我呢？我把那调门定得高高的，啊，您后边接着尾巴，让大伙一听，高老师怎么这么好啊？这小子多坏，你看看啊！你要唱得好，我带你去吃恩西马。我谢谢您大恩大德。嗯，唱得好，给你买块表。哎，哎要学呢？要高高点起，高点起。一要高点。一要再高点。一要高一点。啊，你舍不得唱是怎么？你高点啊！不是你太高了，不像话了。嗯，这已经超出，哪有这么高调？强奸的保守没有，这我得给他解释一下。您怎么解释？这调门刚才这就不低了啊啊！后边还有一个这腔，我知道后边有一个嘎调翻八度唱，对，后边那高，你这就可以了。高老师，跟你有关系吗？不，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我也唱不上去，对不对啊？对，今天好几年没来上海演出了，今天让大伙儿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来，全是俏皮话。你要下刀的时候，你留神看看是不是我的裤衩。哎，我还真得注点意。腰，来来来，尽其所能。腰，可以了，行，可以。腰，嗯，可以。学哪？泰山顶上，来，哎，注意啊啊！一青松，谢谢，谢谢各位，行了，也谢谢您。谁跟你握手了？要脸不要脸，还跟人握手呢？这个，你先伸的手啊！我先伸的手是让你别这挑动观众了，还什么谢谢给你？人家鼓掌了，我欢迎，谢谢人家。鼓掌那是笑话你呢，知道吗？为什么唱多好啊？唱我听见什么了就好啊？哪儿就好啊？你整个，你这大便干燥的腔啊！你这是就这种语言，你说说，我这不是什么都没听见啊？你这咱白唱，人没听见。那咱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好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回好，穿。哎，行行，穿。哎哎，没问题。给林海呀。嗯，跨雪原，气冲，还有口技。萧汉，认真听啊！听着呢。萧汉呐，啊！谢谢各位友友，您都是我的知音啊！现代戏发源地，这夸他们哪儿就发源地呀？炉灶火种，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艺术，哪儿艺术？没听出来。艺术，他老不服，你看这玩意儿怎么？我们再唱一个吧。太好了，就爱跟高老师唱啊。我也跟您合作。您听这段啊。哎哎，嚯，哟，都开始了，你看，都快完了。嗯，唱吧。哎，来，唱哪出戏？您这。你早问的，我忘了。您再唱一个，啊，我给你编一个。哎，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是的。哎，这回彻底没声了。这个。嚯，啊！好，谢谢。鞋不错，大哥都好是吧？哎，这回好了吧？哎呀，痛快不痛快？痛快。评价一下啊？对对对。啊，这么说吧，嗯，就您这艺术，这儿要搁一馒头，狗都能来。哎，你等一下，我拿馒头去啊！哎，回来，回来，回来！你老拿我开玩笑，我跟您说，这一般人来不了。谁都能来，你能来吗？说谁都能来，有什么不能来的？那太好了，大伙儿鼓掌，让他来这个。您来，这叫抬杠，你老不服你这玩意儿。你要说这调高啊，没那么高的嗓子唱不上去，这玩意儿不出声，啊，谁不能来呀，啊？你试试，试试可以啊。于老师准备好了吗？人问你呢啊，就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
什么话？我们试一个调门好不好？啊，您来吧。哎，啊，再高一点。哎，哎，尽你所能吧。你学我这好不了，听着吧。哎，来吧，开始了啊。哎，一见公之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啊。Please, it's your turn.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他往这儿倒下，气我老家话想的。不是怎么着？啊，你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是吧？啊，怎么样？哎，我就是真唱不上去。不，搁个馒头，狗都能唱吗？废话，馒头谁都行。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怎么呢？本身这段调门就高，是啊，低的时候还往那么高了唱呢，真正到高的时候，谁也唱不上去呢。哎，我可以试试，你看看，你试试哈，试一下。哎，你来，你唱，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好，我起调门，高点起啊。您听好，听好吧，来吧，来吧。还没唱呢，好什么呀你？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真好！嗨，夸我干嘛呀你？唱的不错啊！你这接我这唱，再来！站立宫啊门，叫小凡，哦，上去了。啊，不能再演了啊！我看快十二点了，嗯，来吧，把今天演出的演员们都叫上来聊两句啊。好，好，来。哎，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从那边开始，头一位啊，高峰高老板。我的爱徒啊，栾云平。鞠躬一位吧。哎，哎，我的徒弟啊，孟鹤堂。对，周九良，我爱你们。高九成，张狗南，主持人是我师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到这会儿一般来说都是有个小节目是吧？来吧，来狗先来，快来。哎，独特的翻场献给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棒。言简意赅，哎，来九成，嗯，唱一个，哎，好，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这个狼躲藏，箭射乌鸦。腾空起，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路去寻找灵芝草，找来了补药他治狼伤，狼养三天把这病治好，回头就把这个路来伤，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就是这个白眼狼，劝君交友须谨慎，狼心狗肺他不久长。好，竹板书啊，哎，竹板书，对，来，大家唱一段吧，来吧，唱一句吧，哎，来吧，哎，对，就这，好，龙居凤雁今皇城呐，打龙袍啊，来，小慢慢来，我给大伙唱一个，那个都唱了哈，我也唱一个，哎，对，都唱了，唱一个那个，哎，我忘了唱什么了，那个叫什么的，那个你问我呀，啊，
一个旦角的一出戏啊，我唱您就知道了啊。哦，掌声啊掌声，要老老实实听奴的号令啊，要真心也藏在气氛之下，我不不醒来，你不不怕放大胆，人气吞声休要害怕，跟随我小杨，你就能见到他，也算得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啊，明天啊，我又懂啊。这要再长一句就死了，他就这个人都唱出马赛克来了。阿栾没有吗？阿高没有了啊，不唱了啊。嗯，你们这边有俩喊冤的这个啊。啊，于老师，于老师不唱了，于老师，于老师岁数太大，他94了，你知道吗？来来来，往前站，咱们给大伙儿唱一小曲啊。哎，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普救寺僧人渡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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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寿康宁啊！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